反正陆陆我们之前也是很多人陆陆续续进来的。好，反正从哪个时间进来我都可以讲，所以就开始吧，因为我准备的图没很多。是哦，哦，没关系，我就开始录吧。对啊，反正没有太多人，反正距离都近嘛，我就用麦克风。对。你要脚步声吗？是有人声音吗？哎、欸，嗨。我们也挺够吵。我们那个学校很讨厌的是，我们有些人上课上到那个，就是九点，对不对？是上到几点？哦，今天吗？对。今天上到6点。六点，对。啊，还有没有跟我讲说那个要需要那个转接器，电脑转接器，因为我们西装那个市场上面的转接器坏掉。转接什么？就是我们转有那个收音机。哦，所以有人自己带电脑来的话，有电脑的话，可是问题是这个 board 已经很少人在用了，很难找，而且主要需要手机啊，手机很古老。那我们现在就习惯带个随身碟，只要随身碟记得带回去。不会怕中毒之类的吗？不会啦，不会吧？好，那我就开始介绍。啊，非常感谢，还是要客套话讲一下，对不对？对。非常感谢有机会来中原大学这个。你们的汉服社有确切的名字吗？在中原大学汉服研究社，但我们会有另一个名称叫做普仁钢，就是另一个代号就是普仁钢啦。因为我们学校就是以前算是军营吧，所以我们就叫普仁钢。对。哦。对。因为像动物之前有灵溪医官社，然后后来好像不了了之，不知道去哪里。我把人家报出来不了。他们说他们倒社了，我有问过他们。倒社了。对。为什么？其实这就是我要今天想要表达，就是说，你这如果只是穿汉服，就有两种方式去经营这个社团，要么大家是来研究怎么做汉服，然后在那边剪剪片片，然后把汉服做出来；要么就是你的汉服要能够配合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我讲是有意义的活动，如果今天是一些跟香道茶道结合，他之后去香道茶道就可以了。可是有些东西他非得要有汉服不可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在这个汉服推广上面造成，就是你可以留下这些人。不然你今天，如果我们今天换个角度，如果今天有个和服研究社，那他也只是穿着和服，然后在社团里面他也没有办法穿出去，也没有拍照，那如果也没有跟摄影的相关的去合作的话，他就没办法走下去。所以我很重视这个宁静王的祭祀典礼，就是因为他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展现汉服，而且是展现一些大家比较不常穿的，可是其实应该要拥有一套的这种礼服。我们现在的礼服跟我们那种晚礼服或者是舞会的那种是不一样的。所谓的礼服是参加舞礼，就是集中那个什么家军、宾礼这些东西，比如说婚礼啊、丧礼。其实丧礼那也是礼服哦。所以你们看到那种台湾传统乡下穿那个麻校服有没有？然后还绑着那个腰上那个绳子，叫做腰蝶，一个密字旁再一个字，还有手蝶。因为我奶奶去世有戴过，其实那还是我。应该算不算第一次？我奶奶去世应该算我第一次穿汉服，可是也是礼服，可是丧礼的礼服。对，丧礼那叫礼服哦。真假？对，那是凶礼的礼服。我们以为礼都是很开心的，对不对？可是丧礼也是礼啊，它是凶礼，而且是很重的礼哦。因为礼里面最重的是丧跟祭祀跟丧事。但是丧礼基本上的汉服没有人碰，因为它太过于严肃，太过于恐怖，所以一般人没有碰。所以其实台湾有没有人穿汉服？有哦，而且我曾经被那种就是很所谓的本土的，因为这可能因为汉服有时候容易牵扯到政治，就是他们的想象。他就讲说你穿汉服，说我就拿我奶奶去世的时候我穿丧服来，跟我说这是我第一道汉服，再也不敢说话，因为没有人敢去挑战丧事，所以丧事的衣服跟典礼仪式其实很少人敢去动，但是婚礼可以，对不对？婚礼你看大家都是吃那种流水席，不是流水席就是那种婚宴。那我要办个那种说什么在亲近农场跟羊一起吃可不可以？所以我要到马尔蒂夫去在海边吃可不可以？可是丧礼不敢，为什么？因为丧礼是很严肃的事情，婚礼是大家可以比较容易去调整的事情，祭祀也一样。今天你说一些公庙或者是一些这种什么他们的建教这类的。你说你要提出一些奇怪的看法，他们通常都不会采纳。不过他们自己变得很奇怪，就是一些电子化式，然后增加很多东西。我们先不评断说他到底是为了迎合什么，或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可是祭祀，还有像一些地方的那种比如说
一年一度或是清明节这种祭祖，其实你很难去弄出一些奇怪的花样。比如说我们找一些，比如说我们那天就穿什么那个鱿鱼游戏的，然后来参加这个祭祀，没有人敢做这种事，对不对？婚礼就可以啊，对不对？我们每个人的编号，宾客的编号这样，然后抽奖，然后每个人发一套衣服，所以这就是礼的一种很特别的地方。所以丧礼跟祭礼里面，其实很多时候还能够看出传统的仪式跟服饰。所以我刚刚讲丧礼那个，你如果还仔细看哦，台湾传统的丧礼，腰部有一条麻绳，但现在都是草绳。为什么会变草绳？我跟你们讲，就是老百姓看贵族在办的时候，都远远看，哎，他上面绑都要绑了这个，那以后我去世也要仿贵族去绑的。可是他没有办法仔细看那是麻绳，他就以为是草绳，就会有这样子的变化。所以其实如果汉服要能够存留，是要把汉服最重要、最有精神的服饰保留展现出来，就是祭祀跟。可是丧礼很难，因为其实你要再把它变回古代的样子，其实也很难。好，如果他已经习惯用什么佛教的，或者是干嘛，或者是他就是什么样子的，你要让他穿周礼的丧服，其实有点困难。可是好处是，台湾传统的丧礼跟周礼的丧礼其实很接近。好，今天没有机会讲丧礼，其实我有研究丧礼，所以未来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来讲丧礼的服饰。好，这个就是我们去年的时候宁静王的祭祀哦，当然有些地方被擦掉了。那右上角那个是那个方文山，就是周杰伦的妈吉这样子。我见过他三次，除了这一次我没有去哦，去年我没有去，我有跟他吃过饭，然后有跟他也有聊过的。有我？有你吗？有。好，我们找一下。哇塞，那个人太厉害了。哦，跟那个。那这两只是我们社团的。哦，你们是？你们有吗？没有，他们是大一，你们大一的。本来大一的，新鲜的，真的好。那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我刚刚讲，就它是个仪式，所以仪式的东西我们就会去展现它很多的精神。那因为人塞不下，所以因为后来方文山早一点走了，所以我才把它用这样的方式合成。然后这个是应该是大前年，我们生医做好，大概是第二还第三年啊，就是生医大队。好，那有时候很多人只要看到这种衣服，就会讲说，啊，你们是怎么，为什么好像这种白色好像是丧礼？可是你们发现一件事情，西方的丧礼是黑色的，东方的丧礼，特别是以亚洲文明，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包含韩国、日本，日本的一部分，还有越南，他们都是这种麻色或者是白色。其实这个是为什么？是以它的本质，就是说，像你们吃生菜，有时候讲说我要去吃它的原味。我们不是讲圆形食物吗？所以你们不要去吃那个组合肉，不要去吃那个圆的肉，我们不要去吃那个加工的。所以古人也有这样的观念哦，就是说，丧礼的衣服为什么不染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当你还在选颜色的时候，代表你还有心情。啊，就是你装也要装出来吗？很悲伤啊，就是啊，所以人家我之前有做件丧礼的衣服，然后去拜我外婆，然后啊那时候因为我没有帮她守丧嘛，因为外婆的这个身份是要守丧四个月。他就说：“你的衣服怎么不烫一下？”我说：“丧礼的衣服没有人在烫的，因为那个是要表达哀戚。”那生衣的话，白色是一样的概念，就是重视它的本质。可是呢，黑色是尊贵的颜色，所以它有二色的、两色的时候，就不是丧礼的衣服。而且丧礼的衣服，很多人都以为是以颜色来分，其实是不对，它是以粗细来分。就是对丧礼其实是以粗细哦，就是衣服越粗，你跟王者的关系越亲近，就是他那个网孔就很粗，你这样纱窗，对，如果他的那个纱线很硬啊，会刺身体的，然后又网孔很粗的，像纱窗一样的，那种就是他的这种纺织密度很低，做麻布用的，麻布袋用的，那个就是什么，就是儿子女儿在穿的，就是爸爸过世儿子女儿，或者妈妈过世儿子女儿在穿的。所以丧服不是看颜色，是看你的质料越好，你代表跟丧者的关系越远；质料越差，甚至差到不缝边了，边一直掉，好，那叫做不及边，就是所谓丧礼里面最高等级叫做斩催，斩就是斩看，就是那个纱头那个斩，斩，然后催是那个就是摔，好，那个字要念催，好，那斩催意思就是没有缝边的，就会一直掉线，代表说我连缝边都没有了，父亲一过世我就很难过，就随便一块麻布就当衣服了。所以丧礼其实是以布的粗细，那我们这个粗细是跟朝服一样的，好，那是这种是吉祥衣服，注意哦，祭祀跟丧礼是完全相反的，祭祀是凶礼，就是那个我们对叉叉对大凶这样，
可是祭祀是吉礼，是吉祥的吉哦。所以之前有问我说，他如果那天运势不好啊，或者是说，特别是女生可能这个生理期来了，可不可以去祭祀？只要你身体舒服就可以去祭祀，没有身体上的就是说啊、就是啊，比如说我知道有些可能就是，比如说生理期来了或者是怎么样，身体特别不舒服，没有的话是都可以，没有说因为来的话会有不洁什么，其实都没有，因为它是一个吉祥的力啊。所以为什么金文也叫做吉金，吉祥的吉啊，就是因为它是祭祀的吉利，所以这种算是吉祥的衣服哦，不是哦、不是不好的衣服哦，所以有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好，那既然要讲宁静王，我们就简介一下宁静王。宁静王其实有应该有两位以上，那是一个封给他的封号。早期有另外一位宁静王，所以宁静王之前有宁静王夫人墓出土的什么什么，跟这位宁静王是不能够搞混的。哦、一个是在 明朝初期，哦，一个是明朝晚期。他是在万历年间出生，然后在康熙年间上吊自杀走，然后66岁，然后。这个是崇祯17年，崇祯皇帝自杀，1644年，我们讲讲明朝灭亡的时候，那他原来是叫做长阳王，因为他就是封他爸爸叫什么，然后他如果是长子就会承袭那个封号，可是他是他哥哥承袭的，所以后来就是改封他为宁静王，大概在隆武帝时，那个没有确切的时间，我没有写上去，永历9年，后来的最后明朝的南明的皇帝叫永历皇帝，所以那个时候郑成功在台湾就是每次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颁奖的时候，或者是不能讲颁奖，给职位的时候，比如说封你为什么尚书啊或什么的哦，就是尚书或者是那个就是六部的那种，比如说兵部尚书或礼部尚书，封到这么高的官位，他可以封哦，那个延平郡王可以封，他都会请明朝的宗室在旁边看，代表说我不是说就完全我姓朱，我叫朱成功的，我也是明朝宗室的人。我就不管你们，他还是知道，他还是有分别。所以郑成功其实是个尊重体制的人。好，那后面还有啊，这其实很长，所以我就是把它做很简单的介绍。那就是1663年，宁静王就因为郑经的邀请来了。你看这边还有讲哦，除了来台湾的朱家皇室的人哦，就是朱元璋的后代嘛，就是明朝真正的皇室。因为郑成功不是，他是被赐姓的。其实还有鲁王，然后这个。巴东王这些都有，但是这些到后来施琅攻破台湾时候都被强迫迁回去了，专门并没有留在台湾，所以人家会讲哦，比如说，这有点又跟政治有关，因为其实我常遇到这些问题，有些人就问我说，这套又不是台湾本土的东西，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这个问题。可是我注意那边有讲到，宁静王在去世就是自杀自缢的时候，就是殉国，他用义善冠、四团龙袍、玉带、银绶，这就是一件汉服。而且是很高等级的汉服，这件汉服照理说应该是跟他一起入葬，所以他其实是画在台湾的土地上，再加上当时他带了30000臣民来，就是郑成功来了30000臣民来，你出国嘛，而且就是逃难，照理说应该是会带好几件衣服，你官位越高，可能带10几套都有。那如果在施琅之前就去世的话，他可能就埋在台湾了，埋在台湾，他这些衣服其实都是在台湾，所以台湾的地底间有上千件汉服，所以。不用担心，就如果有人讲说，就是用这个观念哦，因为其实不太想讲，但是有时候必须要防御哦。比如说有人会讲到，比如说讲政治的时候，我们都不想讲政治。像我也不喜欢讲说，清朝是一个很糟糕的时代，他把我们汉人剃白衣服啊，杀掉了多少几千万人这样子。我觉得要美去感动别人，可是有人就是会用仇恨来对抗我，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其实我们还是有个论述在。所以我们祭祀宁静王有这样子的用意在，就我们继承这样。那这边其实他的武妃有武妃庙，他武妃其实还有个正室，应该是姓谢，就是谢夫人，所以他有6个这个就是 妻跟妾这样子，然后就是武妃也殉节，然后后来宁静王也就是自缢然后上吊，然后所以宁静王照理说他最后的时候应该是怎么穿，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就四团龙袍，四团龙袍前面一团，后面一团，然后左边右边各一团。那像那个万历皇帝的，他出土的，他可能下面还有更多的，可能可以到9团龙袍。所以那个就是看他的这个爵位的高低，还有他要表达的样子。然后那个是义山冠，所以什么？所以有9团龙袍？有9团。第9团在哪里？没有，如果可以做到9团的话，就是前面一
因为左边好像是可以到两个吧，一二三四，然后五六七八九这样。我记得有四跟四八跟十二，四团龙跟十八团跟十二团。十二团应该很少吧？比较少，但是还是有。对啊，因为就是要看。但是四团龙袍是有记载，而且是那边有这个画像，因为九也是至尊之数，是有九团龙吧？对，像这个的话，应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团龙，对啊，或者是如果是九团龙的话，看它怎么摆了，就是它这个龙袍看是，所以不过这可能我再查一下，也许我记错了，就是它的这个龙袍这种团数，因为像。这个是朱元璋，这个是万历皇帝。其实这主要让大家看什么？看上面的衣衫冠，像这衣衫冠就是没有任何装饰，所以其实穿戴衣衫冠是一个很，就现在很多的汉服的同袍会喜欢穿蟒袍戴衣衫冠，可是会有个问题，因为它是属于郡王等级的，就是郡王或者是亲王，甚至是帝王等级的才会戴这样的这样子的这个服饰这样子。所以你在重构上面，我们讲说，比如说道服在以前也是个士大夫可以穿，有读书有功名甚至没有功名也可以这样穿，就可以这样穿。所以如果今天要穿这样子的衣服的时候，其实就难免会让人家有一种想法是说，好像在扮演某个角色。对，特别是如果你有章纹的话，其实这样就会撞了，就是你跟明太祖朱元璋就撞衫，就会有这样子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是我刚刚讲四团龙袍，然后这个空玄师有去复原啊，或者说就是应该是用想仿制，他做出来的话，其实穿在人身上，刚那张是那个图片嘛，就是他是画的，那真正穿起来的话可能就偏向这样子。那明朝初期的话，袖子都比较窄，到了明朝晚期之后，袖子就越来越宽大，但是那也不是一定，或者是也不是每个朝代一定都是这样子。那这个是它还有章纹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可能就已经算是一种滚袍了，就是上面有章纹的，那这个是没有章纹，所以照理说这件衣服应该等级是比它还低，我讲是衣服的等级，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现象，包含像我们看那些宋代的那个服饰，它的那个叫什么服饰上面它也不用什么纹样的，所以其实越高等级的有时候会有比较希望呈现低调的样子。但到后来因为越来越花俏，它那个上面的那个衣衫冠就会加上一些装饰这样子。所以还是回到我们这个宁靖王的祭祀，这个是104年，就是6年前，是我们首次的祭祀。那次的祭祀是怎么回事呢？是我第二次去高雄跟协会就是聚会。我们协会到了岁末年终都有聚会，所以一开始并不是为了祭祀。然后那个时候呢，有一位叫陈琼元的，就这一位，他就买了一套祭服这样子。那因为他有天主教的信仰，当时其实也没有讲说到谁要拜，反正就其实有一点像就是摆个样子，当时也没有很严肃。那所以后来我的声音借鸿儒，然后他的声音借给他，因为体型的关系是我们这样解释，他把衣服借给我，但是因为他衣服很比较小件，所以我穿起来就比较。局促一点，但是因为它是上衣下裳，所以还可以做一些调整。那这张照片呢？其实我们当时的拜年呢，就是有会长就拿几炷香在那边拜，拜完之后我们就拍了一张合照，然后就放上网络，然后就传到大陆去了。然后大陆就笑我们说：“你这样花花绿绿的，这么有的还有这种就是汉元素的，或者比较偏向就是比较不是很标准，然后甚至还有汉代的这种服饰这样子。”然后于是我们就玻璃心碎了这样哦。也没有设想，但是痛定思痛，也不是痛定思痛，就是觉得说我们就要来统一服饰，然后来考证这样子。所以我们隔年就做了生意。但那个生意其实是祭祀的那一年的3月就开始做了。那最早的时候我们是男生做生衣，女生要做圆转袄子，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服饰。那圆转袄子是一种从元代开始到了明初的时候还有人穿的。就是它很像袍子，然后是两边这样交出来，所以有一些左衽的服饰，你们看到那种明初早左衽，然后女生整个是袍子的，就是原装哦。但是这样就有个问题，因为你开两个版会比较贵。然后做衣服的地方，他们又讲说，好，那如果你要用布料，就是用最便宜的布料，就是那种基本上已经算是
化妆不会用的布料，就是连做衣服的布料都不是，全部化纤。而且，但你全部化纤也有好穿的、啊，因为有些是专门是要做来穿的，那就比较接近那种，就是可能是那种做桌巾或那种便宜的桌布的那种布料。好，那个时候原本是要这样做的，后来就讲说我们要自己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陆的衣服很热，因为它的那个材料不好，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就用最高等级的，就用麻来做，就是用苎麻来做。那但是有些人觉得太贵了，所以我们还有用 PC 布，就是做衬衫的布，至少那是做衣服的布，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做起来。那这就是我们第一年用声音来就是用协会自己做的声音来祭祀。那年就比较单纯一点。然后隔年我在想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服饰应该要把它做得更有一点分别啦，就是那个线冠，就是说在祭祀的那个主祭要穿的比较不一样一点。所以其实在声音上面还有一个叫做雀变服，就男生叫雀变服，就长这样子。等一下要有大一点照片，那它一样上衣下长就是比较朴实一点，就是它其实是用明朝的朝服跟祭服去改过来的。那为什么朝服？其实朝服跟祭服它又是改了以前的冕服，因为在宋代以前君臣可以同服，所以苏东坡是有冕服的、哦，是有那个有珠珠的哦。苏东坡是有的、哦，可是从来没人这样画过。就那个冕服，我们都以为是帝王才有的，可是，在宋代以前，君臣是可以穿同服的，是有这样的衣服，是有这样子，不是只有王爷而已。但是到了元代之后，因为权力要把它分别的更清楚，所以冕服就没有再让大臣穿，所以大臣穿的什么就变成朝服跟祭服，我们就分出来。所以以前的朝服跟祭服是用冕服来穿的，但是以前其实有个问题，就是群臣跟郡王的冕服是固定的。不管穿什么，他们就是比如说很小的臣，他就是三流冕，就是三个珠珠的。那苏东坡那种可能就是有五个珠珠之类的，就是五条那个流的。可是皇帝是怎样？皇帝祭天的时候是大球冕，大球冕是没有珠珠的。然后祭祀祖先的时候是十二流冕，就是十二条的。可是他在祭祀三川或祭祀小的臣，就开始从九，然后七，然后五这样递减下来。所以皇帝也有最小的那种三条，因为他有什么？什么雾冕、帽冕，然后什么翠冕，我忘掉那个，就是它六冕，冕有六种，叫六冕。所以曾经发生过，在唐代以前，就是皇帝的衣服等级比群臣还低的情况。但其实这个在儒家里面是 OK 的，所以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到了后来，其实就整个唐朝的时候就废掉六冕，就只剩下衮冕，就是有十二个珠珠的那个，因为看起来是最有威仪，然后身上所有的那个十二张纹都有。当你少掉从十二流变九流，那你章纹就变成只有九章，就这样一次这样下来。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因为在《礼记》里面，只要是男子成年的时候，就是要穿绝变服，就雀变服，就是雀变，那个字念雀，就是雀鸟的雀，雀鸟的雀。所以雀变服的话，我当时就用这样来做。那也有考证它的颜色，上面是玄，下面是巽。我等一下会再介绍比较详细一点。好，那这个是第三年我们就是用了这个一样，也是就是雀变跟声音去做。那个时候其实会长做了一件这个黑底然后红边的，这是女生的礼服，可是并没有完整。女生的礼服其实应该要长这样，就是这个跟这个是相对的，这种叫做类似叫纯衣熏染，就是黑色的底红色的边。那在礼记的时代里面就有讲过，就是有一个人去世的时候，他穿这样，男生穿这样，就是黑底红边的。结果曾子孝说你不应该穿女生的衣服啊，所以这个是女性的衣服。但到了后来，我们看到很多男生也穿黑底红边了，所以其实他就乱掉了。所以曾子的棺材板已经压不住，但是又压住了，所以没有差。所以但是如果是要做纯衣熏染的话，就是你前面还是要有辟膝，就是那块就是前面那块布叫辟膝，或叫做辅或者是辅。然后旁边要有佩玉，然后上面要有头面，这个是比较完整的这一套。然后这个是采章五年，其实刚才应该算是四年了，就是那个后来一开始我们是讲说采章是从那个开始祭祀那年开始算，还是算从圣衣祭祀开始算？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年号呢？是因为那个崇元他是要当时喜欢做硬币。他想说我们来弄个年号好不好，这样看起来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当时就选了一些年号，然后我就跟劝他凑热闹这样。
因为他用了一些什么，比如说什么重熙啊，就有点像那种什么宋代什么西陵年间那种熙，就是那个什么大 S 的小 S 叫什么徐熙还是什么熙娣还是什么东西的，康熙的熙。然后我就找了《礼记》里面哦有彩章这两个词，我就把它拿出来用。然后我会讲它出自于哪里。所以我们在彩章第五年，就是祭祀的第五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了红毯的走秀啊，然后开始有些活动这样。好，那是2019年。好，那2020年就去年，我就是看也是很盛，也是很盛大。然后大家这样做，其实这还是讲到一点跟政治有关。最近你们知道那个有个汉服出行日，就是在西门町那边。对，最近那个在那个靠北版上面有看到那个。对，就是他们在吵，其实我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那因为他们还牵扯到那个，但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他们那个被大陆拿去做宣传。为什么被做宣传？是因为其实他们是有点在仿西藏汉服节，然后把那个就是他们西藏他们有什么那个什么不同的方阵啊，不同朝代啊，不同什么或者不同形制这样子，然后就其实他们穿着的样子跟感觉也很像大陆，然后大陆说是他们的文化输出，然后说这个是反正就讲了一些这种就是有点有点在吃我们豆腐的啊，大外宣，对，是他们的外宣，但是宁静王他们不太敢报的原因，是因为宁静王是不肯降清在这里殉国，所以如果你很在乎，你有点政治形象，你现在参加我们这个就比较不怕被大陆吃豆腐。对，就是其实这种东西就很难避开政治哦，所以我也是希望说不要有政治的干扰，因为它还是一个比较文化性的东西。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彩章这个年号呢？它是出自于那个《尚书》的《易记》，就是那个易那个有易的易哈，它是。早期的一位是那个帝王，然后讲说，这是在《说文》里面，他讲月就是彩章，所以很多人以为我这边讲的以五彩章诗与五色作，我的断句有问题。他说是以五彩，然后逗号章诗与五色，其实不是，是五彩章诗与五色，就是彩章。那这个是最早跟汉服有关的记载，就是帝王里面的十二章文，不是全部都是绣上去或者是织上去的，它里面有六章。就是日月星辰啊，三章四，然后山龙跟华虫，就是那个很漂亮的鸟叫虫，所以雕虫小技的虫不是雕那个 bug， 是雕 bird 哦，那个虫是指鸟，所以雕虫小技是雕鸟，不是雕虫啊 worm 或者是 bug， 不是哦，所以日月星辰山，然后龙还有华虫，是用绘，这个绘是绘制的绘。就是彩绘的绘啊，日月黄虫做绘，然后中乙啊，枣火啊，粉米符西绣，然后用绣片贴在身上，所以它是用贴绣，绣片贴在身上跟画上去的啊，所以啊，那个画的时候我们就要用一些亚克力颜料，不然洗就没了。所以，也许皇帝那个衣服他们也不太洗了，这个搞不清楚。啊，所以我们的彩章年号是这样来的啊。那我来讲一下我们祭祀用的声音，毕竟是。汉服的推广，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讲它声音。这其实是我 PS 过的啦，就是其实我们做出来不是这样子，我们做出来是袖子到这里，我等一下会看到。那这就是用麻做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的形状呢？就是《礼记》里面讲到叫媚环，就这个媚的地方是有环的，有个圆的。然后身衣三缺啊，就是三曲或三缺啊，就是说腰的一圈的三分之一是袖口的啊，是袖口的一圈这样子。所以那个是《礼记》上记载，可是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看，所以就没按照这样做。所以我也是一个叛经领导，所以实际上长这样子。但这个是 PC 部的版本，然后我们里面是断刃的、就是长这样子，就是一边很像是对襟、那这样就符合十二篇的算法啦，就这样一二三就过去，然后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那我为了那十二篇也是花了很多。很多想法，我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样？那为什么会做断刃是要符合《礼记》里面的序刃勾边啊？这个就我这样讲一下。这文字看起来很多嘛，就是最红色的地方就是比较重要的，不然那我上一天的课要看到这些文字，反正你每种考试也不会记载啊，不需要去记它。声音里面有五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规矩、绳、权衡，这在很多汉服里面都有。我知道，因为你们两位女生，你们知道有些女生衣服会故意这样做斜一边这样，对不对？因为漂亮的裙子有没有？有吗？有啊，但是有些那种设计不是说女生就是另外一只腿露的比较多，另外腿露的比较少那样。但这个在汉服里面不会发生，因为它要像权衡一样，就像那个重锤一样。哦，那
绳子就像我们中线跟背后的线哦，这就是绳，副绳。好，那举的话，当然就是你的副就是部就是方部这样。好，那它上面有十二幅哦，这边其实都可以解释了，但是我觉得这样解释完就十一点了，对，就是不用管那个。是有二幅，有十二个月哦，就是。可是古人有吵，到底十二是上面四个，下面八个，加起来十二个，还是下面就十二个？然后背环一应规，就我刚刚讲规，然后方部是举这样，然后直啊，然后平啊，所以他到了最后讲说，他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接待宾客，然后善衣是什么？善衣是什么？就是朝服，就是办公用的，就是那个正式的那种办公用的衣服之外，你都可以穿。所以生意没有什么场合是不能穿的，所以他可以在就是你可以穿那件去参加丧礼，然后你可以参加婚礼这样子，因为他有无法，就是说规矩成全，就是你做事有规矩，然后你懂得权衡利弊得失，就是该有的人的特质都有了，就无所不往而无所不利这样子。所以这个其实是这样的概念。好，那这边据父母太父母，就是爷爷奶奶的太父母，那一边就会有就会有一些文饰干嘛的。那如果父母还在的话，就是纯是这个一边用青色。那如果孤子的话，就三十岁以下父母双亡，然后爷爷奶奶不在的话，就是一宿这样，就是可能就是用白色。那这边就是讲到说到底该怎么办，其实很少人去真正的落实哦，很少人真正落实。这边就有讲到生意的一些规矩跟制度，但是其实没有好人没有大家都没有好好的记载，没有好好的去做这样。那它里面讲到一个叫做曲霞如举哦，就是。这边穿起来会有个方形出现，这个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看周朝的这个玉人大概就知道可能是什么。其实最早的衣服是什么？最早的衣服长什么样子？两块布拼起来，然后后面缝起来，前面不缝，然后套起来，就是这样子。我应该放那个图就是说你两块布拼起来，然后或者是这样讲一块布，比如说这个我不拿来折比如说这样一块布，我们这里就这样开这样子。开到这里来，然后对折下来，是不是前面就开了？然后后面的话也开一点点，就这样穿起来。但是日本最早也有，就是我这边挖个洞，就这样套在头上，然后要一绑。就是我们现在要跳脱我们对于服饰知道的想象，我们如果回到远古时代，大家都是那个兽皮，因为兽皮也是不规则嘛，就是反正能盖不能盖，反正就是想办法遮住自己，然后可以防有防御力嘛。如果打游戏就知道说那个皮衣可以有防御力，对不对？那最早他们织出一块布。你如果是这样子捆着身体也不舒服嘛，而且会掉，所以他就中间挖个洞，然后头套上去，然后腰带一绑，那就是衣服。所以第一件衣服是这样来的，所以汉服也是从这样的观念去发展出来。所以这样子衣服很可能是什么？就是两块布，就像这样子两块布，这样两块布拼起来，后面缝起来，然后头在这里，然后人就是这样把自己绑起来，后面是缝起来，因为布幅不够宽，所以。因为这样，所以它会产生一个很奇怪的这个直角的形状。好，那反正后世的话，他们就对声音有各种的想法。好，那这个其实没有按照比例啦。如果你真的这样穿的话，那手头就伸出来了，不可能说还可以回走这样，不可能可以出手这样子。然后这个是那个三才图会里面的声音，它也是把它做成对襟的，然后就前面六片，后面六片。然后把它交穿就是也可以把它就是交叉穿起来，所以其实各个时代对于声音都有不同的这种想法。然后这个还更神奇的，有这种琵琶袖，或是这种，就是这种比较弧形的，就是，然后到了清代之后更奇葩，因为清代的人可能没有看过汉服就是你看出现这种很奇怪的，像那种大襟那种客家大襟衫子的那种结构，有没有？长这个样子，所以。对啊，就它的比例也不对啦，就是说，所以我觉得当时朱熹的学生拿了图去跟裁缝，应该跟裁缝打架了的，就是朱熹想说，我就是要这样画，然后这样说，他们说不可能这样穿不上身上这样，然后比例也不对，所以古代的文人的那个叫什么，对于剪裁不是很了解所以让文人来做很多事情是一种灾难，就是你不懂得剪裁，你不要画这样子莫名其妙，到底什么这个比例是什么不对哦。然后呈现一个他想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前面的是怎么样这是要正的，然后要干嘛？其实这样穿起来的话，衣服其实也不是我们的衣服，其实是要一个弧度，穿起来都绕一圈才会变成一个像女生的裙子也一样，
里面圈子压平之后，如果是比较 A 字群比较大，它是一个弧线的。你把它变成直的话，像一个直角，一个三角形的那种笔，你穿起来之后两边是会下去，就变中间是这样凹起来。所以他们其实可能没有这个 sense， 所以对这些古代的直男文人嘛，对不对？好，那这个也很长，重点就在这里而已。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文公家里，就朱子家里面讲到，他用五彩绦来做，就是系在腰上。好，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当时我们这样做其实也引来很多人批评，说生衣是男生的衣服啊，凭什么女生可以穿这样子？然后我就拿出了宋末元初马端林的文献通考，文献通考里面他引了蓝田女士，啊，虽然是我们蓝田那边，可是是姓吕的，不是跟我们一样的。然后他说，啊，生衣，就是等级高的人可以穿，等级低的人可以穿，就是说你大官可以穿，老板就可以穿，你吉凶都可以用，好，同志，男女不嫌同服，就这句话，他们就不敢来找我，但他们也没有认错啊，就很奇怪，就是汉服这个圈子里面，有时候他们就很在意一些他们觉得应该要在意的事情，所以这边讲，只要不是朝会，啊，或者是祭祀的时候，都可以穿。所以如果有人说你这个生意为什么在这里穿，你其实可以穿你去压马路去逛街，都可以有，因为他这边讲嘛，非朝祭就可以的，都可以穿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没有等级啊，没有，可他有讲哦，虽不精简哦，就其实不常见，其实方便衣服大家都不喜欢穿，喜欢穿一些布灵布灵的，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是要以这个马端林的文献通告来讲这段事情。好，那我来简单讲一下，其实可能不简单，因为我篇幅比较多，就是这个是一个明朝的官员，哦，穿着的这个比较正式的衣服。这件是祭服了，祭祀衣服算是他等级最高的衣服，旁边有玉佩，然后有辟蹊有大带，这个大带不是只有一条而已，它其实是有一条像这样的大带，然后它这边还有这个东西叫丝绦，所以它有两条带子，还有一条它叫隔带哦，上面有玉板，这第三条，还有第四条就是要装那个辟蹊，所以有四条带子在外面，然后里面还有一件像生衣，里面还有一件带，所以总共有五个带子。就是很重要，所以肚子会凸一坨呀，所以每个肚子不大都变大了，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这个衣服不是常常穿的，就是，所以其实我要讲的是小故事，就是说很多大臣早上上朝都是很早五六点就要上朝，他们上朝之前是不吃不喝的，不会先吃早餐的。为什么？一旦吃了早餐，肠胃开始蠕动了，你在大堂之上，皇帝在那边讲话，不好意思，我肚子疼啊。对，怎么办啊？所以基本上都不吃不喝，然后回家再去吃喝这样。所以穿这个衣服也是，因为这个在祭祀或朝会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不吃不喝，避免你要上厕所那个多麻烦。你这样讲，女生，因为我也不是变态，就是我不会很清楚女生怎么上厕所。我假设，因为我看到他们讲那什么上厕所神器，就是怎么样提起来，就是那种裙子长裙的时候。可是当你长裙还有一大堆配件的时候，那上厕所会非常的麻烦啊，即便是男生也是，所以。在这样穿这样的衣服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很方便的衣服，所以太平常不太爱穿，所以不会是就是。然后这个是一个工服，工服跟长服是不一样的，这种叫做朝长之服或长朝之服，那平常上朝的时候办公的衣服有这个叫服在前面，那这种圆领呢，然后没有服子的话，哦，然后穿这样戴这样，这叫做斩角铺头，哦，是。比较正式一点哈，包公最惨。对，其实斩角铺头出现于宋代，就是他们讲说皇帝不喜欢人家交头接耳，所以在你这边装了那个长杆子这样，所以你要讲话就只能靠远一点这样子。其实那个还是有解决方法，就是从后面慢慢靠近这样讲嘛，你也不要真的对他耳朵讲。所以像斩角铺头，那斩角铺头跟唐代的那种软的，像这种就是这样普通吗？对，普通，然后。在明代的时候，就也变成这种像米老鼠一样，是乌纱帽。所以这个是乌纱帽啊，一般的这种啊乌纱帽，它原来是从斧头变来的，那就是斩角斧头。那它是干嘛？它是把这个软的地方，然后绑在一个木棍上，竹棍上面，它就变成这样，然后再翘起来。所以这个是，所以其实明代是尝试在恢复宋代跟唐代的服饰，包含帽子也是。那这个叫做梁冠，有梁的。那最少是只有一两哦，好像那种八品还九品就是一两，然后有三两的，然后五两这样上去，
所以那个就可以知道你的官品。所以衣服都长得一样，就看你上面有几根这样，所以大家看起来都差不多，就是差别在一点，就像制服一样，你看军人的制服都是一样的，可是就看梅花跟星星嘛，或者是什么几杠，军那个警察也是，所以古装剧场都演错，就是不同官位好像衣服落差都很大，其实不会，它在小细节的地方不一样而已。好，那这个时候讲说这个是纪服现在的复原，但是我觉得他做的没很好，就是没有那个质感，没有那个庄重感。那他一样很复杂，就我刚刚讲，我没有骗人哦，丝绦、大带、罗带，还有下面这一片辟蹊啊，这也要有个东，有个带子去撑。然后左右两边有玉佩。那为什么要讲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个是材质比较好。然后这里是一个很谜样的东西，叫做方仙曲岭。就是这边有一个圆形的，后面是绑起来的，然后这边有个方形，然后中间挖个洞，那个很谜样的东西。其实有人讲说，它其实就是要压这个领子啊，因为怎么说会开这样子。然后天圆地方，反正就一些穿凿附会这样子。也不是讲穿凿附会，就它的意涵啊。可是方仙曲岭，就后来明朝初期的时候有，后面好像就比较少见。那这是他们去有一家叫做礼乐家模去复原出来的。其实我那一种服饰也是有在那个网络上有讨论说要不要在那个双国庆日的时候穿，对。对啊，其实国庆日穿有个好处嘛，就大部分是我们都。对，因为而且这颜色其实跟我们国旗蛮配的。对，就蓝色要再淡一点了，然后青天嘛，然后方兴趣点就白日嘛，然后板地红嘛，所以其实我们的搞不好我们设计国旗的时候，但其实当时的红蓝绿本来就是自由兵的博爱，法国国旗就是这样，所以那个其实是一个。当时土司还蛮认同的，所以其实人类的，这就方兴曲岭的一个神奇的构造。它后面有很长这个带子哦，就是方就曲岭，就这个圆圆的，然后那个方形在前面要翻下，然后后面背个带子，然后像这个，然后这个叫做拢襟或叫貂蝉冠，就那貂蝉不是那个很妖娆的那个貂蝉，就是这里有貂的尾巴，然后上面有一个蝉。然后代表什么呢？就是蝉是会很直服的，因为蝉是在土里面嘛，就是不会说很想要表现自己。那貂的话，我记得就是一种就比较灵活，然后比较聪明的感觉，所以把这两个放在头上，然后上面凸出来的那个东西叫做那好像就是簪笔吧，就那个头这样。所以这其实有时候那个京剧里面都还保留这些东西。然后这个就叫做拢襟这样。那拢襟你也不会去配一些奇怪的衣服啊，你说穿这些衣服配拢襟很奇怪这样。对，所以其实什么样的衣服会跟什么样的那个，就是帽子会配在一起，然后那就是方兴曲岭。那我们没有做到方兴曲岭啊，就是说，因为这个问题，然后这是范仲淹的，这个就更明显了，就貂蝉冠啊，就是旁边，所以常讲所谓狗尾续貂啊，就是说不要用貂的那个尾巴了，用狗的尾巴这样，可能有时候啊，狗的尾巴，那狗尾续貂啊，就是这个成语跟这个也有关系这样。多了，然后貂的尾巴都被整光。对，貂尾巴太光。这里画那个一堆貂没有尾巴在那边哭诉这样子，然后狗就说让我尾巴给你们用。所以，这一样是貂蝉冠哦，真的很有趣。那这个是范仲淹的那个像，这个一样有方兴曲岭，那是他的副榜。所以宋代的话就长这样子。然后这也是那个他们的那个大陆有些人去复原哦，就礼乐家模。穿明朝的祭服跟韩国的祭服做比对，干嘛？他是我们的小弟啊，常常跑腿啊，所以比较短这样。然后我们都坐在那边等嘛，就比较长。你看，他应该还有维持方兴曲岭。然后他们对于这个赏的解释也是很迷啊，因为赏的解释是前三后四，象征阴阳，三为阳，四为阴啊，阴阳之数在这里。哦，那这是韩国的祭服。所以，讲那么多祭服，其实我是要讲说，还没有把它讲完，就是我要恢复的，就是，要有祭祀的衣服。这个是很早期的一个人做出来，忘记是谁了。就是说，帝王、诸王、官员都有祭服，士的话也有，可是实际上庶为什么没有？庶就是老百姓，为什么老百姓没有？就是这个祭是什么？是国家的祭祀典礼，就是正式的那种有记录在那种，比如说大明会典啊。或者是说在什么新唐书啊、旧唐书里面会有的，就是说平常大概什么，比如说
冬至的时候要祭天啊，比如说春天的时候要祭什么，然后什么时候要祭那个农神啊、谷神的时候，这种都是由皇家在主持的时候，你有官位才会有，或者是是。但是树的话，其实树人的祭祀是指的祭祀谁？就祭祀自家的公妈，就是爷爷奶奶啊去世的那些祖先。所以其实我们不会越俎代庖，所以其实我们的宁静王的祭祀是属于示范性祭祀。怎么说呢？因为他真正的祭祀他的单位是华山殿，就台湾有传统公庙在专门祭祀宁静王，所以我们去祭祀的话就是越俎代庖，所以我们是示范性祭祀，所以我们也想做个示范性祭祀的祭天这样子。对，反正那其实我们那个也没有冲突，而且我们都会去跟，我们还是会走传统流程，因为《礼记》上有讲说礼以食为大，所以孔子叫圣之食者，你好像是什么游戏里面的一个习惯。圣之食者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很了解时事所趋的人，哦，所以礼其实要以食为大，就是说你要尊重现在的人的理解跟态度，而不能一意孤行，说我全部都按照古礼。所以我们一样有焚香，有去请神，一样有宝龟，可是这不在周礼里面，周礼里面永远找不到宝龟两个字，但是我还是有做。所以这就是他们讲说，吉商服都有，然后便服、吉服、常服就是朝常之服，我刚刚讲办公用的衣服，所以有时候常会讲错，以为我们叫做常服是平常穿的衣服，不是啊，平常穿的叫做便服，就是没有要展现你的身份的时候是穿便服，而不是穿常服，这叫常朝之服，就是办公的衣服。哦，那刚刚讲公服比较特别，公服是长这样，就是那个三角裤头，然后没有那个纹饰，然后上面有朝服，等级就更高了。所以其实服饰的结构是这样子，不管什么时代都有一套的结构，所以汉服并不是一件衣服。所以我们常以为传统服饰，我想这个大家都了解嘛，因为都是汉服圈的。那以前我们不了解的时候，以为传统服饰男生就是长袍马褂，女生就旗袍，可是它是一种衣服啊。照理说它应该是一系列的衣服，像日本也不是啊。日本你说他们那种女生有那种什么正袖啊，那种比较高的，那有小纹啊，还有寓意啊，所以那个其实它的形状跟形制，当然有些地方是类似的，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我刚刚讲雀变服，雀变服现在干嘛？成年礼的时候、婚礼的时候，还有丧礼的时候可以用。那为什么我们要重共雀变服呢？就是，那你穿深衣不就好了嘛，就简单嘛，为什么要成雀变服？这个图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熟悉，这是。照片哦，照片里面穿汉服，哦，所以我要讲一下，就是2003年，2003年不知道诸位出生了没有？刚好出生对不对？对，刚好出生。哇，你们跟汉服同一个时间开始出生的，就是那个时候有个叫做王乐天呐，还是什么，在郑州的一个水电工人做了一件汉服，他们就以那个在11月22号那天，他在路上走被人家拍到，然后被记者拍到，然后上了报纸，所以他们就定那个为现代汉服复兴的元年。可是我有点不以为然是，其实民国初年就在做了，而且是官方在做，这个是祭天，祭天他们穿的这个就是很像戏服的汉服，或者是很像汉服的戏服，不是很像戏服的汉服。我等下有那个彩色比较清楚照片，他们留下来。然后我有买到这个补子，就其中一块这样子，那个七张的补子。好，那他讲说为什么要用雀变服呢？就是异曲大同，而我们的国歌应该还会唱吗？一见民国，一见大同，对不对？大家都一样，相同。但是这大同是指大同世界了。哦，它这边有很多的叙述，这样。这个如果专门讲的话，可以开一篇来讲。哦，它讲说这个东西并没有等级之分。哦，就是它是从老百姓到天子都穿的。然后呢，这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他们把这个颜色加上去了。它是长这样子，这个跟我们现在理解的汉服有点不太一样，有点像汉服初期的时候。如果你们从，对，你们那个时候才小学，那个时期的刚开始汉服出现的时候，有很多很像戏服或者从戏服改过来的汉服。其实很多做汉服的商家本身是做戏服，然后他发现，哎，这也不错，因为他都会做那些很大的衣服嘛，就放量大一点，然后版型改一改，汉服就出来。好，那。很多做那个戏曲的鞋子的，他们也来做那个什么女生的弓鞋啊、绣花鞋，就是他们把它转过来。我们的生意就是找台湾做 cosplay 衣服的做，为什么？因为找了做僧服的，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不对啦，那个衣服哪有这样做的？他说，我看过僧服，我们里面是有这样子的。
它里面是这样，然后断开的。他觉得这样比较省布，这样是 OK 的。可是我们这样做不行啊，所以我就吵吵话，我做 cosplay， cosplay 可以完完全全按照你的要求做。所以有时候不要太排斥 cosplay 或排斥那些做戏曲的衣服，因为他其实才是能够了解我们的，这比起一般人。所以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很迷样的东西，像那种金色的边，布灵布灵的，然后这种。就是这种七张啊，然后就是这种七团或者什么，他们就是有不一样的摆法。好，这样看，好，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袁世凯祭天的样子。袁世凯在这里啊，臭着脸的这位。那个时候他是什么？他是大总统哦，还没有称帝。那种他好像觉得很有喜感的。好，那臭着脸哦，就那个时候袁世凯他祭天哦，祭天的时候的衣服。好，那为什么要用雀辫？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因为那个民国初年的时候就有论述了。它确实的衣服是长这样子，哦，平铺的都是长这样子。好，这个应该是一二三四，五六，因为我要看一下它到底是几张。看一下这里的话，像这个大总统衣的话，我看一下，其实我把它隐藏起来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要看一下它背面是什么，一等一，我忘了放后面，所以要看一下它，因为大总统应该是十二，还是九团还是十二团？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觉得它可能前后不对称哦，没关系，我继续等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太迷了，所以我也就没有很好的去研究它。好，那这个就是，当年把它留下来就是。你看，而且还有洪宪元年元月哦，所以这是称帝的，称帝就不穿这个，就变成就是留念哦。你看他们的衣服看起来就很明。还有这一套衣服在日本还有哦，日本有个地方祭孔就是用当时民国这套衣服，这是民国三年成立的叫做正式堂礼制馆，然后他到民国十七年被废掉，因为北伐之后他是北洋属于北洋政府的，所以中华民国不是只有国民党跟民进党，还有那个什么各个小党，你现在看到。它还有更早的北洋政府，就是那当然后面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历史课本上都讲的是军阀派系割据，就他们其实有很多充满创意跟想象跟能量的，他们那时候办很多这种报社或什么，其实是很自由开放的，所以我们面对北洋政府的概念可以跳脱以现在我们后中期国民政府的叙述来看，所以那时候北洋政府在做这件事情，那国民政府是一个比较西化的政府。里面的人都是比较像胡适啊，像这些人，是比较偏向西方的，所以这些服饰我们后来就没有再去动它了，也没有再去弄，就还反而还弄了那种长袍马褂，觉得啊，我们有个传统服饰就好，好像就是说我们重点是在西化，所以汉服就因此比较沉寂哈。它现在确切的颜色跟大小是长这样子，就是一个看起来跟我们现在汉服有点落差的。啊，你看这个谁啊？这个叫谁？我现在忘了。周润发，然后当时就穿那个，他就然后扮袁世凯，那袁世凯也很迷啊，就是他那就变成那个，就是像蓝衫一样这种是圆领的那种明朝的圆领的样子，所以他穿的这个十二张的这个雀辫服，那个也不是冕服，好，那这个就是日本的，日本他们在祭孔的时候还有，那虽然从侧面看，我看就像日本人，对，他们还有在穿这样子。就是传过去的，那这个祭官就是一个雀辫的这个帽子。那我就尝试做了就是用明朝的朝服跟祭服去改，一样有贴圆边，但是我上面做黑的，下面是熏，所以我要跟明初的这个雀辫服做一个对比，这样子就是长这样子，然后。这边不讲。那个雀辫服就是这个是聂崇义的三里图，宋朝聂崇义，但是到了日本之后，日本翻科是我买从日本买回来的古籍哦，就是日本人翻科的儒家的典籍，这个是日本科的哦，日本的课本，这叫雀辫。那当然还有像玄端，玄端其实指的是衣服了，玄冕这个我就不细讲，其实很好玩，这边只是随便讲一下哦。为什么那个玄会少一点？有没有发现？玄那个字少一点，
就代表说这个其实当时可能也想卖到清朝的，因为 清朝皇帝有一叫玄烨，就是这种避讳的方法就少一点了。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一些讲说是什么明代的古籍或干嘛，我看到那玄少一点，我知道就不是。那这个是那个这个祁阳王的这个照片，后来刚才那个黑白是一直以来都用那个照片，但是前一阵子展出来了，所以也知道说以前的这种冕服哦，就是很难得的明朝的冕服的画像，它其实是这种带有点蓝色，就是蓝色，然后下面是红色，因为为什么传统的衣服是黑上面是黑下面是红，因为黑是玄代表天，红色代表大地，那因为红色代表大地，所以万历皇帝有黄色的裳，或者是红色的裳，因为他脱于南方哦，所以有红色的裳，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然后还有就是，你不会好奇说为什么这个前面这个就是冕啊，冕上面这个东西叫做檐板，为什么它是横过来的，然后就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你画的时候画在正前方就把它脸挡住了，所以那个只是画的时候为了让他看到人脸，所以把它倒过来，然后转九十度，哦，不然那个上面它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前后。那上面那个牛是干嘛的？就是目不斜视，就你要打瞌睡发现那歪掉，哎，我看睡着了，然后立起来。所以其实这个上面的东西都有它的这个用意。可是我这个没有在做，没有要做这个部分这样。那这也是那个是南薰殿还是哪边的？还是中东宫官府里面哦，彩色版。这是皇帝的冕服，好，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是在汉代的那个专科上面的，就是帝税跟这个皇帝就是他们那个时期，但是汉代想象的远古时代的这个冕服，所以那个时候都还没有珠珠哦，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个秦朝，我们都不确定有没有珠珠了，可是演秦朝的皇帝都一定要穿着那个冕服。好像只要穿着冕服就一定是秦始皇，很奇怪，就大概只有那个印象。所以这个汉代里面告诉我们说，不一定有那个珠珠，就是他那个很是后面才有。然后这也是很迷啊，就是一个时装嘛。我就在下面留言，我说你知道那个珠珠的意思？那珠珠是有几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然后还是个九流的。你不觉得这个？他可能是说那个妈祖那个，对，他就把妈祖穿在身上嘛，有看妈祖，妈祖穿身上，马上绑架在戴上面。就会说，如果知道文化意涵，你可能就不会这样做。其实像那个，你知道白沙屯车站吗？白沙屯车站，它那个外观就是拿那个妈祖他那个冠来改的。对啊，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坐车站还可以，可是你这样把它就做回衣服了，然后戴在人头上。就变成说是一个很奇怪的结果，就是说我不知道那个设计师到底知不知道这个用意，就是说那个上面那个珠珠代表是目不斜视啊，然后可是你又没有那个冲耳代表不听，就是说它好像就变得很奇怪，而且前面那个岩板就变成翘起来了，所以这就是我常常讲，当你不了解一些文化的意涵的时候，你就以为那是一个设计，既然是设计，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更动，就弄之后它就会变得很奇怪，这样就失去了古典的意涵，这没有不好，但是。我觉得好应该是怎么样，就是你知道还故意去做，这样才好，对不对？你不知道，然后你做了被人家笑，这样就不太好。所以汉服，我也希望大家就是做一些搞怪嘛，像那个卢梦溪就很喜欢搞怪，但是他是知道所以搞怪，就这种人是有趣的。好，那这个细节我就不讲。那为什么它是这个颜色就是这样？南方是属火，然后北方是属水，就是或者是天哦。所以土的话，中央是黄色，南方是红色。所以为什么是这个跟五行有关哦？说就是说为什么是红色的裙子？它其实红色不是真正的红色哦，是那个橘红色。那这一样就是我刚刚讲那个民国三年的那个，他讲说，纺雀变服啊，玄衣勋赏哦，于民国国体最为宜哦。所以其实有人这样论述过。所以其实汉服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复兴？其实民国初年的时候就在复兴了。我们其实有大量的照片都会看到说，黑白照片里面都有汉服，所以它其实并没有像我们想象，就是说明朝结束的时候是我们现在才开始。哦，只是中间太多的战乱了就没了。那这个是那个孔府旧藏的朝服，哦，所以很幸运哦，因为以前这种衣服是要缴回去的，就是你辞官归隐之后，你官服是要缴回去，大印是要缴回去的，帽子是要缴回去的。可是为什么衍圣公不用缴回去？因为反正你儿子继续做，你孙子继续做嘛，就留着这样子，就
就是没有缴回去，因为它是袭封衍圣公，所以我们才有很幸运的可以看到真正朝服的样子，而这个样子应该也哦，祭服也有，哦，朝服祭服，然后所以冕服应该也是这样的结构。当时万历皇帝出土的时候，对他出土的时候，那他的装冕服的那个箱子是烂掉的，就是没有了，所以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现在并没有冕服的出土，不然那种就是最漂亮的刺绣。那这就是祭服了，他们还没有修好，所以是内部流出的图片这样子。好，所以其实我们刚看到那些文物，其实都是修复过的。这个衣服是已经断掉了，就是因为它是纱，然后就是那个妆花，也不是妆花，它是那种螺啊，螺也是，或者是这种纱，其实因为很透，所以很多人讲说你的汉服到底会不会热这样？我说其实不会，因为我们现在的观念就是长袖适合冬天，短袖适合夏天。可你短袖做的厚，夏天也是很热，冬天也是保暖。你长袖做很薄，也是一样是很凉快。像我这一种衣服，我纱的，这种纱的很冷。对啊，冬天穿是其实很冷嘛。我上次就是我们穿我那个麻纱的衣服在海边走就感冒了，夏天了，秋天的时候。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因为冬天冷了，你就在里面加；夏天热了，你就里面不要加。所以你同样一件衣服，冬夏都可以穿。它只是一个外向而已，它并不是用个有功能性保暖的衣服，它是展现文化性的。所以这是我在汉服的推广里面，我想要讲一件事，就是说，像日本也是，其实我们有必要到内衣啊都穿古代衣服吗？其实我觉得不必然。为什么？因为内衣在古代也是功能性的，因为它就是要隔绝你跟衣服之间，就是你可能会有就是汗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比较容易脏，那你东西本来就是隔绝的，那个本来就是个功能性的衣服。那你现在有弹性的，有比较舒服，你就穿现在就好。那外面的衣服叫文化性，那文化性基本上就是你就不随着时代而改变，就是你要保存那个文化的外显。所以我觉得汉服可以外显的地方做得好，然后内里的部分，它功能性的地方我们用现在功能去取代就可以了，就不必然说你要这样做，但你可以去体验，就像你可以拿鼎啊来煮泡面啊之类的，我有买了一个鼎哦，还没有处理好，因为还没有烂，我想拿来吃泡面啊。好，然后，好，这个就我们看到，民国初年的我刚刚讲那个雀变服跟祭服哦，我把它弄成我想象中的雀变是黑色的样子哦，这个整个廓形都不一样。下面这个叫做锥度，其实汉服很讲求这个锥度，这个锥度够大，它的衣服下来之后这个皱褶才会漂亮，所以跟我们后来的这种感觉不一样，所以这种积绣，这种绣的积累在这里，这种感觉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汉服并不是一个很贴身的衣服，你要把它想就像希腊或是罗马，他们也是一块衣服这样东绕西绕，其实很长嘛，像印度也是。但我们现在讲的都是贴身，甚至要展现你的身形，这个跟传统衣服是不一样的。好，那这我把它放在一起，就是孔府旧藏，把它摆在一起。好，那染色我这边就讲快一点好，就是它用的是一种叫茜草的根去染。所以其实传统的红色染出来不是正红，是像这样子啊，就是看你染了几次，还有染之后的定色的方法，所以每个染出来都不一样，所以每个时代的红都不一样啊。但这种红其实比较耐看，我们现在的这种化纤的布的红，其实看起来是很现代的。就像你们知道台湾的那个庙宇，那个新盖好或者是说整理好之后，那个柱子涂的非常非常的血红亮红色，可是跟那种日本的那种，比如说东大寺啊或者什么那种。经过千年的那种，可是他们修的时候也不会把它涂的朱红色，很亮很亮。那就是在于说，我们失去了对传统颜色那种天然颜色的那种感觉，好像在追求那种高彩度、高亮度的感觉，或是甚至到荧光的这种感觉。所以这就是说，茜草染出来的颜色是长这样子。这个是熏色，就是华夏正色哦。华夏就玄跟熏，玄是怎么来的呢？那我等下后面讲，反正我先讲哦。熏要先什么？玄就是我们常讲玄之又玄的，那个玄不是正黑色，那是什么呢？姿才是比较黑的。那个玄是什么？先染，这染到第三次了，再染第四次的时候又更红，然后再让放到黑脂里面去染，黑色的染料里面去染，所以玄是红中带黑，然后再染黑脂才会变成脂啊，就是那个脂布官的脂就更黑这样子，然后到了更黑的时候才叫做黑，所以那其实还是有分别，然后。玄的话，就是从常常讲说，女生或是那种为什么讲那种周朝或秦朝的衣服都喜欢用那种黑色然后红色的边，砖红色的边哦，那
那个就代表是玄跟勋哦，其实是、华夏正色，就是我们代表我们代表性的颜色。好、这边有讲到、三入为勋，五入为周，七入为资哦。那这边但是著书里面又有讲到、所以这其实就是、古书上的记载。好、这边有讲到嘛，说入黑支哈、就是周入黑支，即、为玄。所以这边就讲到，就是朱跟玄啊，还有啊那个五入七入就是说他染几次这样子。好，那官的话，我这边讲一下，就是说他们就是这、就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他们就用这种家和章，就是上面这种道和叫家和，然后来分别，然后这就是袁世凯，然后把它放大，你看这个很太早起的臭脸。啊，其实以前的祭天哦，不是从。不是下午祭，也不是上午早上祭，是凌晨的时候就开始了。而且古代的祭天是要燔柴的，就是要烧柴的，然后告天说我要来祭你，所以从凌晨就开始。然后太阳出来好像前几分钟正式开始，前面都是准备的，然后皇帝就要在那边等。所以今天当皇帝也不轻松嘛，就是你不能，而且祭祀的前三天是不能够有任何娱乐的，祭祀的前七天就开始要斋戒了。啊，这个帽子有留下来，啊、看起来有点像戏服。好、啊，那这就是鲁荒王，应该是鲁荒王墓吧？啊，出土的那个唯一出土的面，啊，就是非常早期时的面这样。然后他用这种、不同，你看这珠珠有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所以他这也是九流，就几个珠珠对几个流这样子。有九、七五三，但是没有一啊，一看就很奇怪。所以其实梁好像有一梁的，我记得梁有一梁，但是流没有一流，就是那干脆就不要嘛，看就很奇怪的。好，那这个蔡邕在独断里面，还有大明会典里面都有讲到他的尺度啊，这个我就不讲。啊，宋史、余福、旧唐书、隋书，啊、里面讲的也都有，可是你要知道每个时期的尺长度都不一样。我们现在有公制这样子，所以这个。好、这边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也有讲说，到底这个帽子应该什么样的尺寸都有，所以我们还是喜欢公尺、公寸的、公分这样，公制是比较简单的。好，那这个就有讲到说这个官五的直径哈，五就是下面那一圈哦，卷的部分，然后岩板就上面那个板子，它也没有完全按照那个礼书哦，所以到时候打开给你们，如果有兴趣就可以做比对哦，下面这个公分跟前面这些记载其实是不一样的。好，那这个就是它各个部分的名称哦，其实都有名堂，所以下次你们看到那个妈祖在那个弄的，说，哎、欸，刚刚那个珠帘这样子，珠帘子这样，它叫流哈，那个写它叫流。好，然后这边有这个哦音哈，我们有读诗嘛，中原乱，簪缨散几时休？视线被风吹泪过扬州，有听到这首吗？簪缨，缨就是这个，簪就是这个，簪缨就代表权贵哈，才有这个东西，不然你怎么有绑帽子？啊，这边有玉簪啊，哦，然后还有一个皇帝在古代有叫天河带，就是这边再弄个大袋子这样起来，就是反正就是能加都加了。宋朝加到最后面，加了一些奇奇怪的东西，然后被大臣骂，然后说你不要乱加。好，那碧玺也很好玩，就是前面那一块叫碧玺，哦，叫碧玺。那个字叫做福哈，就是它的那个字早期长这样子，哦，叫福。那个福跟是很像哦，有没有看到跟这个是？你觉得这已经是是吗？这门是福哦，是一点福是这样拉下来的哦，所以这就是说，它的意涵是什么？就是说前面为什么有那一块？就是重古道不忘本，什么意思呢？人类第一件汉服就是前面那一块，想想看嘛，如果你们现在全身赤裸在荒地里面，给了你一块皮，你会遮哪里？不是遮脸吗？反正你看不到我就好。这重要部位对不对？所以古人认为那一块布，先织必浅，先第一件先必浅，后面再拿遮瑕，后织必厚。然后，犹存其必浅者，说重古道不忘本，代表说我们要知羞耻。这个是儒家或者是后面的人的浪漫解释。人类学家有研究过，为什么全部人都光溜溜的时候，有人就刻意要把前面遮起来，并不是因为害羞，是因为让别人看不到，会产生遐想。但是现代研究出来，就是为什么要遮，不是为了怕害羞，为了
就是为了就是说那个知羞耻，而是要吸引异性的。但是我要这样讲，是因为还是要去回复他真实的样子。可是我很喜欢古人浪漫的解说，那是个知羞耻。所以到了后来的时候，就我刚刚讲这个就是他遮脸也遮下面哈，对，本来你不知道是谁吗？给你看就算了。所以最早的那个碧玺就是用在这样的，这个是达悟族。所以就这块就碧玺，就前面那一块。那那个很残酷的是从万历皇帝的墓里面出土，从定陵出土的。那旁边那个是复原出来的，就是一块碧玺。然后还有这个元代的碧玺是长这样子。然后还有这个应该是也是中东公官府的就是一个画出来的碧玺，所以有这样的东西。然后还有大袋，大家你们之前看到这个是大袋。那大袋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们常讲说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绅士啊？其实我没有穿，我说 OK 啊，我不是绅士啊，我为什么要绅士？因为我没有带绅，这就是绅，这是绅，就垂下来的部分叫绅。所以现在哪有绅士啊？哪有人穿没有绅啊？哪有绅？那古代为什么这种叫绅士？就是你穿这样子，就代表说你不是在一个干活的，或者是说做出工的人嘛。你也可以做出工啊，就是说你王公贵胄，你也可以搬砖嘛，或者是你也可以自己盖房子啊。可是你就不会穿这样的衣服，不然你。一下踩到，你要上楼梯就会踩到这样，所以绅士的绅就是指这个东西，这个部分叫绅，垂下来部分叫绅，带绅。那它有什么用意？就是说要自我约束这样子。好，那这边讲到的是那个玉佩这就是那个佩玉的部分。其实最早说的佩玉不是挂在腰间两侧，是挂在脖子上。那个卢梦溪就挂这个，他是挂那个藏传，他们说哇，这好像秦朝的。那实际上不是啊，然后这个我忘记哪个是故宫的，然后在春秋时代的还是西周时期的墓里面有出土这样一整个，而且它的一整个然后它的长度达到120公分，比如说以前的玉佩是挂着，然后挂到接近脚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真的穿越回去了，你要看到那种就是穿得很像那种萨满的巫师，然后玉挂得很长的一串，那个都是高等的贵族这样子。那挂的很少了，然后就用这样来判服所以其实远古或是周朝的时候，不会是像影剧里面看到的那个判服的样子，可能有很多这种萨满教的这种风格，像巫师一样，然后穿的衣服就比较快，然后戴满这种玉饰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玉佩。那在明史的那个鱼符里面，鱼就是车子啦，就是以前古代你开什么车穿什么衣服是一起写的。就是你开双臂啊，然后穿什么衣服是一起写的所以古代的鱼符就讲到说它到底要怎么样配那这我就先过去。那鲁荒王墓就有出土这样的玉佩我记得好像是几件好像是十件的样子，1、2、3、4、5、6、7、8、9、10，对，十件。它每个地方都有名字，就叫什么玉滴啊，然后什么冲牙，然后这个玉皇嘛，还是玉衡啊，它都有名字。那你可以去买一套就是你走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它叮叮叮叮很好听这样子，但是我就怕走快它怕撞碎或者什么。它这边有，它这边都有讲到它的名称玉花玉滴像水滴一样居，它是撞击的时候会有声音。那我这边讲个小故事我忘记是嘉靖皇帝还是谁，就是在祭祀的时候，那个群大臣可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路太窄，我干嘛跟他走得太近，所以玉佩就缠在一起了，皇帝的玉佩跟大臣玉佩就缠在一起了。那皇帝要走的位置跟大臣走的位置不一样，然后大臣就马上跪下来，臣罪该万死。你不要罪该万死，赶快把它解开。后来一直解不开，用牙齿咬断自己的玉佩的那个，因为他是用丝绳嘛，把咬断。然后后来他就被罚一年的俸禄，就一年都没有薪水的。所以有时候你常听到人家在讲说，哇，那以前一定被杀了，皇帝没那么爱杀人，而且你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失误，你就把人家杀掉，一定会变成暴君。所以其实皇帝没那么爱杀人，所以这都是一些故事这样。所以后来他们就避免这个事情干嘛？就加上一个套子，一个纱的套子把它套起来，然后避免下次再惨到要被罚一年的俸禄。所以古人是会变通的，对不对？这个是雀变，在这个聂崇义的《三里图》里面，鞋子比较没有人在乎这个是孔府旧藏的这个鞋子。然后它是要从那个裳的色，就是你的裙子是什么颜色，就穿什么颜色的鞋子。然后这个兽呢，兽就是说旁边的那个袋子嘛，就是这个齐王跟这个钟离春，
这故事说终于算是一个超丑的人了，你看画那个牙齿一样。钟离春，就是她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然后女性嘛，然后好像也帮齐王很多，但是她就是传说中其貌不扬的。可是有时候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又很漂亮，然后又非常能力非常好，大家就会嫉妒嘛，就是故意讲她很丑的。所以就像孔子，圣人也叫做五出还六出嘛，就是说孔子龅牙，然后头像脑水肿嘛，然后干嘛？我说不可能，孔子不可能长这样子。孔子一定是又高又帅，因为你在那边讲话，先不讲话才有魅力吸引人家过来嘛。那很丑，看起来有点超丑，我们走远一点这样，总不想听他讲话。所以古人都乱讲，就是嫉妒孔子嘛，对不对？还有又高英俊挺拔，又会讲，又是孔子这样，你看很不满。但我不知道讲钟离虽然丑，也不知道讲齐王，我要讲这块是瘦，他是一个绑印章的绳子，后面越拉越长，变得有三公尺这样，所以就系在腰间，就是一个瘦。那前面他当然有讲了，从那个，为什么我这个颜色弄反？我不管他。好，那确实的兽后来长什么样子，就是在后面，就是绑着这样带子，绑着这样带子。那他确实到底是，就后面就是有人像扮装饰用的，然后这个后面这个是干嘛？就我刚刚讲那个方心取领的绳子就这样绑在那里。那手机快没电了。好，这个是后寿，后来我就没做了。所以后来不好意思啊，就是，一直出镜啊，因为也没有其他 model， 反正我自己穿。啊，这其实我用的周代的尺就是19公分，然后，可是汉代出土的尺是23.1 公分，可是我在看梁祝的那个玉琮的时候也是17公分，所以其实可能古代的人用一尺是什么？就这个手杖最开始叫一尺，然后这样叫一寸。所以古代人比较矮小，就像你们女生比较娇小的话，你一尺就比较短。所以其实古代很好哦，跟你讲说你的衣服要几尺几寸，每个人做起来都一样。为什么？因为小的人尺跟尺寸都比较小，大的人尺跟寸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是用周尺去弄，就是这边是二尺啊，就是38公分，然后这边是三尺，然后上面宽一尺，做出来的臂系就长这样。然后这边有玉佩，然后宣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我想要重构的男性的现代的雀变服。好，那就侧面、背面这样，我们也没有做得很好。我就当时去台北演讲的时候，这个海报就是这样子。然后这是我认为对应女性的这个纯衣熏染，这是我们另外一位同袍叫思君，他有做这样的衣服。那比较没有明确，但是我刚才讲说。因为什么我讲说这个女性是对等的？首先，在那个叫什么，传统里面，我们的男女平等的意识是，或至少夫妻平等这件事情是比西方早的。为什么？因为在圣经，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信，就是基督教信基督教，在圣经里面好像有讲说，就是女性在教会里面是不能讲话的，是必须由父兄，就是带领这样。但我们先不管他到底确实厉害，就曾经这样一段记载。可是，在《礼记》里面就讲到，就是夫妻同尊卑，就是女生没有爵位，但是不会说男生是大官，女生就只是普通人，不会有同样的这个爵位。所以男生被剥夺，女生也被剥夺，夫妻同尊卑。然后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共劳而食，和寝而饮，就是同劳和寝，就是未来如果我们要汉室结婚的话，就是要拿一个那个卜瓦把它切开，这样两边喝，就是。喝交杯酒是同一个不挂切开的，然后吃同一个碗里面的肉，而不是男生先吃完女生吃。在一些文化里面是这样，就女生地位比较低的，就男女不能够同桌吃饭，男生吃完女生才吃，或是吃剩的，这是有的。可是，在《礼记》里面是这样，所以在结婚的时候，男生要穿雀变去迎娶的女生，穿的就是纯衣熏染，所以我认为那是同等级的衣服，是这样子来，就是为什么会认为它同等级，就是这是纯衣熏染。那纯衣熏染里面，在《礼记》里面讲到女刺，就是女生上面要做一个头面这样子，所以这是用明代的方式去复原周礼的一种概念，是概念哦，并不是真正周礼的样子。那这边没有弄出来，这边它其实有一块玉玺，但它这边没有玉佩，所以其实弄大礼服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好，那我们这边再看一下这个祭祀的部分啊，祭祀的时候就是大家现在东街。在台湾讲说，右边叫做虎边，左边叫龙边，就是龙边这样，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嘛。但它的方向是这样看啊，
左青龙，对，左青龙右白虎，然后南朱雀北玄武，所以他是这样，所以这边是比较高的，可是实际上在礼记里面这叫做坐街，就东街，所以如果你要迎接客人，要往东边去，但现谁现在家里有两个门？没有，如果你家有两个门的话，就是朝东边那个门是比较尊贵的门，那西边的话就是那个比较低下的。然后我们的那个符制呢，就是我帮他们定的，就是祭祀宁静王的时候，县官就是雀变符，那这边有很多啊，就有奇奇怪怪的，就是名字这样。然后祭器的话有户，就那个朝户，然后有张赞，这等下会讲到绝，然后孤，孤后来我没有用，然后顶鬼豆边，这个豆也很好玩，我们现在讲这个豆不都是吃那个，就吃那个豆子。可是那个为什么它叫做？它其实是以前是个器物，对它装豆子啊，那它装豆子酱、豆酱。它可以用，它可以加肉，但它主要是装豆子做出来的肉酱。所以到了后来，豆子原本叫熟，就是叔叔阿姨的熟加上草字头，后来就变成用那个豆那个形式来代替，它就变成叫做肉啊豆。然后边然后我们有牛猪羊，其实这已经很高等级了，就太老等级了。可是，在古代的话，如果用牛猪羊都是全猪全牛全羊，我问过了，全牛一只要70000块，而且你现场搬了一只全牛宰好在那里，你要怎么办？后面你要分也不是，那有人搞不好他要那个什么松板，要雪花，他要什么，或者是他要那个什么什么纽约客人，我就麻烦。猪的话，猪后颈比较好吃嘛，对不对？羊就这么多有县官。三人，然后唱赞解说唱助指示，这边都有讲到，就是我们的人员编制。那这是实际上我们祭祀的样子。那可能刚才讲了很多，好像觉得会很圣诞，没有，就是很普通，这样有中有古。然后，因为我觉得祭传有鼎对不对？有鬼，这样太少了，所以你们想带什么想吃的都拿来拜，拜一拜当做台湾人拜完就看就很热闹，饼干也有的啊。所以其实没有说那么严肃，但是我希望有一天当然很大了。我们等一下把那个我想象中的橙色图给大家看。然后这就是毛血，古代的话宰完动物的血有灵气，所以我们要把它埋在西边。然后西方属金，金是代表肃杀。其实古代为什么杀完动物要把血埋起来？很简单，第一个血很容易腐败，会引来就是。疾病跟这种脏乱，然后再来血腥味会引来一些狼啊，一些掠食性的动物，所以这个东西是远古时代人类还没有进入农耕的狩猎时代的一个习惯，我们在祭孔的时候都还看到，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祭孔的东西，他也没有跟你讲说这就是一毛血，那他讲的是人类，就好像我们在读那个人类的那个生物的历史啊，或者是那种考古的上面，跟你讲说早期人类农耕是怎么样，就在这里看到。我们还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为什么觉得祭祀很珍贵就在这里，就它其实还让你看到远古时代的人在干嘛。你像我们已经不知道远古时代在干嘛，除了吃饭睡觉跟吃喝拉撒是跟远古时代人一样，但是远古时代的很多的行为到后来被礼仪化，就从这一面可以看出来。但是我们不是用真的血啦，因为我有想要去找血，然后人家说你要干嘛？我跟他找血，我说他说，然后我问他说，哎，我们的血都是已经煮过鸭血吗？鸭血。然后说我们拿几块麻辣鸭血去买，很奇怪啊，对，而且还麻辣，对，所以就不能用麻辣鸭血。我说我要新鲜的血，他说新鲜的血你拿出来放一下就开始凝固，就开始有变质了，你放一天也不可能，它会凝固就变成像果冻一样。说然后说那个东西其实也不太卫生，而且很难拿到。然后后来问了医生，说有没有那种抗凝血剂可以让它，我说你要加抗凝血剂，所以我们后来用果汁代替这样，所以我祭祀完就把剩下的毛血喝掉，就是果汁。就是把那个形状弄出来给大家看，这有个一毛血，那我们要一毛血，就是那个毛血是代表动物的灵气是在那里面，但是其实最古老并不是灵气而已，是远古时代的卫生习惯。其实古人是很在乎卫生的，大家会讲到。然后这个是那个灌畅，就是灌礼，因为我应该把它写出来，因为灌礼看起来像裸体，就是裸体的裸是一字旁，对不对？灌再多一点。就多一点变士字旁，那那灌礼是什么？就是拿一种酒去煮郁金草，其实后来考证出郁金草应该是姜黄，那姜黄的那个味道很香，撒在地上可以把地底下的灵叫出来，说哎，我们
们要来祭祀你。所以古代然后玉又是地的精华，因为古人认为土壤的精华才会变成石头，比较硬会变成石头，石头的精华才会变成玉，所以玉是可以跟地沟通的。那那个香气又可以通到下面去，就是把下面挖起来说，哎，讲什么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张赞，但是这个张赞当然很迷，就是说其实张赞到底长什么样我搞不清楚。然后这是去年的时候，你看那个方文山在这里，对不对？然后那位我忘了是，好像是他们那个真元社的老师，就在那里，那个就是灌酒，这叫做灌酒。啊？有啊，在这里啊。你可以拿手机比对一下是长什么样子。没有骗你，他是方文山啊。是哦。不是方五山吗？也不是方文二哦。好，然后又回来，就是我当年穿的这个冕服，不是冕服，那个雀变服在祭祀的时候，旁边就有佩玉。那我买比较便宜，就是自己在那边穿的好累，去那个地下街去买那个珠子自己来穿，对，都没有那么难那么高贵哦，就是这样。那这是在电帛，电帛就是什么？就是用一块布哈，然后帛布这样。那其实主要就是说，让一些神灵可以去弄那个这些补衣服，然后读注文。哦，我们每年都要写祭文。去年是谁写的啊？去年，哦，想起来，去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么讲一下，就当时是我们有公开征求祭文，那入选的话会给500块加上一本那个叫什么会刊，结果一直都没有。到了 deadline 前面的一周，有人投稿，这样不错嘛？他 deadline 前两天投稿。那这样 是有投稿，可是那时候俊荣讲说他已经发出去，我说那你发谁？他说他发他的，我说那也不错，可是他的是怎么来的？是把历年祭文就是东拼西凑出来，因为他当时是要做备案，他没有人投稿，因为当时我也不想写，因为我写了4年了，我觉得每年都我写，好像就是有点在不知道在干嘛，就是会家觉得说这是我的祭祀这样，我不希望变成这样，因为很多人也这样讲，就说都是我在主导这样，但是我希望这是一个大家的祭祀，所以。那前年的话是一位那个中文系的那个中文的老师写的，这个才是我想象中的陈设图，想象中的陈设图，还有那种什么形啊、顶啊，然后斗啊，然后蹲啊，对呀、啊，还有一堆这种奇怪的东西啊，烛台啊这些都有，这个是文庙的陈设图，然后这边都有讲到它是什么，就是这个其实有点有点多啦，就是说这边讲斗啊，然后这叫鬼，这叫斧，这叫鞭，然后呢这边就有一些东西，就是说有鹿肉啊，有饼啊，黑色的饼啊，有榛果、啊，然后有这种钵啊，然后有牛羊猪这样子。那这个是陈设图，就照这个摆。那这个是我们协会的陈设图，就是祭传都在这里，然后诸位在县官在这里，然后配饰在后面。我们还有净手啊，就洗手的地方。还有中鼓，就是敲那个鼓跟钟的地方。那这个是义卫，义毛写。我因为想起义卫，可是我怕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义就是埋的意思。所以那个宋代有些有个叫义鹤鸣，就是说那鹤去世要把它埋起来，就是义，那就是埋的意思。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很奇怪很可爱的东西。这个嘴巴张很大，这个。其实我觉得它像什么？有没有去吃那个牛排？有没有那个神灯嘛？对啊。就像神灯嘛，这是干嘛？以前在里面装水，然后客人来了是要把手放在那里，然后侍者就这样倒水洗手，这样一只盘子。所以故宫一个很有名叫散氏盘，这么大，大概这么大，这么高，就以前洗手盘子。可是他是把契约铸的那个铸造在那个洗手盘子上，所以每个洗手盘子都要你们这个契约这样子。你们要给什么情书就可以铸到那个盘子上，洗手的话就看。所以知道说乙，就是什么不鸣则已的乙的那个念法啊，乙跟盘是一套的，是洗手的。那现在 COVID 的很多嘛，所以我就跟人家推广说做汉服一定要有这个乙跟盘的。可是上网去查非常的贵，因为青铜做的。其实以前铜器不是长这个颜色哦，是很亮的金色的。好，今天没有机会带来嘛。然后我讲这个钟跟磬哦。这个钟，这个是紫饭盒钟，是故宫的一个钟，那很多个钟在一起就是编钟，那不然就是单钟，或者是说磬，很多磬在一起都编磬，就是以前就敲击的那个石板这样子，
那一个叫做特庆。好，所以宗庆就是有这样的，就是宗庙的音乐。好，然后我刚刚讲的那个张赞，这个是什么？这是宋代的时候人家想出来的，张赞怎么这样子？那张在古代是长这样，就是在那个石器时代的时候，其实张是长这样。他们认为说张是龟哦的一半叫张，然后看起来像不像什么武器？哦，下面加个木柄，看起来就很可怕。哦，但他后来当成礼器，就是仪仗在用的。不然你跟玉打磨那么久，就砍那个不是很重要的坏人，那个敌人啊，就崩裂了，然后就不是很傲嘛。好、哦，这个，哦，这个叫张。哦，那。张赞他的古书上讲说，他下面再加一个盘子，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想他们现在加了一个丑的这种，就是古人的一种脑补这样。好，那这个是在华夏大地上面出土的各种的章的这个形状，所以我当时是有想过，就是我下面弄个玉盘，然后把它接上去这样。可是我问了很多听说都很贵，他觉得我不知道我干嘛，所以后来我那个张赞是怎么做的？我去大陆买文证，然后。找台湾的运动切一个斜角变成张，就张，因为就斜一个角，好像斜一个角，可是我没有做这个凹的斜一个角，然后下面弄个小盘子，然后倒那个就灌那个酒这样子，就是我的解释这样，跟那个有个龙头，然后看起来很奇怪的不一样。好，可是实际上到了近代出土的时候就有出现这个叫做龟赞，就是用龟来做的。可是我觉得也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想象，它可能跟远古时代长得不一样。那就是一个酒杯嘛，只是就这样灌酒这样子。好，那我来讲一下鼎。这个鼎是我们的毛公鼎，这个毛公鼎也有很神奇的故事。当时日本侵华的时候，那个时候鼎是在谁的家？都还没有献给政府。然后他为了避免那个日军来找到，因为日军知道鼎在他家，所以有时候自己家的什么跟别人讲，没有，不是啊，那是我们煮白菜的锅子。然后。他就找了几个这个很信任的仆人，把他家大堂挖开，埋了3公尺还是4公尺，然后再把它盖起来。就日军来了，果然在他们家院子都是挖了好几公尺，但是都没找到，要不是他埋在正堂的下面。好，那毛公鼎的特色就代表它里面好像有400多还500多个金文，是目前出土最长铭文的这个鼎。然后他讲说，这个鼎上面的文章抵得过一片尚书，所以它是故宫十大国宝之一。可是。在早期还没有青铜器的时候，其实鼎是用陶做的。它有这个、欸，这个你不觉得很像地中海的，就是一个猫头鹰，就是这个不知道叫什么什么鹰什么鼎，陶鼎。所以其实最古老的时候鼎是干嘛？是为什么它有脚、哦？通常有脚是干嘛？喝酒。下面可以放柴火啊？好、哦，不是喝酒。哦，这种不是，这是煮饭用的，煮肉用的。就这是炊器，就是石器、就是用来做、煮东西用的。对，那个我不知道，那突发奇想，就是说啊，大家都做这样好无聊啊，我们做一个特别猫头鹰。那就他做还蛮像的，只是应该是写实主义的。好，那这个是应该是大陆的一个司母戊鼎还是什么，就是最大的鼎，方鼎。好，所以我们有鼎里面装肉这样，然后这个是鬼，这个字念鬼，就是什么鬼的那个鬼，念是这样念。我们的那个祭祀用的是下面有个方座的这种簋，那簋的话就是放米饭的，也就是说你们对吧？你看电锅应该做成这样，对不对？打开那种簋形电锅，大家就知道说电锅的簋就是拿来装米饭的。所以我之前跟台大中文系的老师讲说，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东西淘宝上嘛，就给他们做好拿来用嘛，这样以后你去过年，所以我知道那是吃饭，我上次用那个吃这样，我上次是喝酒。不然你去看故宫的时候，觉得那个盘子干嘛？展示盘，你们那是洗手。盛水的，不然你以为是干嘛？吃煎饼。为什么说吃煎饼呢？因为之前有东西叫西甲盘，也是西周时期的盘。结果在元代的时候，有人就拿到那个盘，然后把它下面的角都锯掉，好像当时有3个角还是4个角都锯掉，然后干嘛来烙饼？那是个铜盘嘛，就拿来烙饼。后来现在前几年成交一个叫西甲盘，就是那个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西甲，是甲乙丙的甲，那个都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还好没有被不懂的那种军阀拿去熔掉做成箭头。为什么青铜器后面都不见了？就拿去做钱币啊，或者是拿去做武器，很可惜。所以机甲盘就是被拿去做烙饼。我讲是真的哦，你们可以去听哦，那是真的，就是好像有机甲盘去做烙饼的盘。那烙完之后还有金文啊，不是很奇怪吗？吃人家的那个契约，还吃人家铭文这样，子子孙孙永保，用把人家吃掉。好，这是鬼。
簋是用来装米跟米饭的，好、哦，这个是方簋。然后豆跟鞭，好、哦，很好玩哦。鞭因为有竹字头，所以它是用竹子编的。然后那个就是放那个干果类，如果没记错的话。那豆的话就是放肉酱，然后豆子调味的肉酱，或者是豆酱。所以为什么？因为豆子会发酵嘛，哦，有些那种发酵的味道会做一些酱。因为古人的饮食是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哎，没有那种炒饭，但也不会什么凉面，就是你们吃咸酥鸡这里都没有。因为油锅或者是那种炒锅是宋代才发明的，好，那也不会有面食，因为面是好像是三国时期才有，所以以前怎么吃火锅啊？因为火锅要沾酱，所以如果我今天开了一间火锅店，就是给你用鼎去煮火锅，然后旁边就是用豆给你装那个酱，就是涮个牛肉片在那边吃这样，所以豆跟鞭是这样用的，啊，这跟饮食习惯都有关，就是所以我很不喜欢影剧就是什么，他们都喜欢演一些勾心斗角。然后演一些那种就是杀来杀去，你要演一些东西要有趣嘛，就大家都在吃火锅这样，很好玩。好，所以这个就是这样，豆跟鞭。然后呢，这个就是豆，我刚刚讲豆子的豆，好，我们不是看豆子的豆嘛，一横，就是上面那一横，肚子大大的，然后两点对不对？然后下面的，所以这就是豆这个器物，因为它装的都是熟这种，就是像我们现在讲豆子，以前叫熟，后来。久了久了就说那个就叫做豆，可是豆的本意是一种器物，它并不是豆子，不是一种植物的种子这样，所以这个是学我们一个祭祀里面就可以学到这么多东西，就是我想说祭祀的时候也可以讲，我在祭祀神祭有拿过小投影机那种充电投影机，然后就讲，讲三分钟就没电，然后讲这些。那个文字学有教过。哦，文字学有教，哎，是国文系的。印华系。应用华语。哦，应用华语。哦，还有两个英华系没来，所以我没有讲错吧？对不对？没有。那老师应该有给你们看图片吗？老师直接画，他先画了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他就说。他应该写篆书吗？对啊，对啊。对。如果我是你们老师，我就会去买一个仿制的豆给你们自己玩，所以你就用你自己的豆子，然后你们还要放豆子，咸的或者甜的，你们自己吃，那就好玩，就永远知道，因为这样才有趣。嗯。啊，所以把豆就这样子来。那以前是熟，就是叔叔的熟加个草字头。它就不是豆，所以我们老师讲，对，因为它是装调味料了，主要是装调味料的。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老师我们自己去吃那个火锅的时候带豆去的。但我有去买那种青铜器，我都要求它要用纯铜的，因为青铜里面还有锌跟铅，那个融出来吃久了之后就很快就挂了，所以我要纯铜的，因为纯铜只要不要碰到酸就还好。所以我今天没有机会带来，因为我有纯铜的绝。好，那这个就是行，啊，行就是放羹的，所以羹跟汤是不一样的。洗手做羹汤，老师这边有解释。羹汤好像没有讲到这个。哦，汤是比较清澈的，像拉那种叫汤。羹那啊，羹是有勾芡，然后还有比较浑。对对对，就很像那个酸辣，应该叫酸辣羹。如果他弄的话是肉羹面嘛，是不是就糊糊，就有勾芡？所以这是放羹的、啊、所以在前面的话其实是给祭祀的时候其实要放行，行里面是放羹，有太羹跟和羹，那这种羹是不调味的、欸、我不知道不调味好不好吃啊，不太敢试、哦、如果它古代那些羊肉啊没有调味没有去腥啊，还 OK 啦，羊肉羹还不错，你说完全没有去腥的羊肉就做成羹，但羊肉腥味蛮好吃的、啊、是吗？我超讨厌有腥味的羊肉的。然后再来讲，就是说这三个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搞错这样子。不会呀、啊。啊，不会。还好啊，因为那个上面的那个角长不一样，这边没有角，这边有两个像香菇的角，这边的那个长得很像这个，那边的那个反正就没有香菇伞。对，香菇伞那个叫柱，好，应该就柱子的柱，就这个嘛。就是人家讲戳眼睛啊，你喝太快就戳到眼睛嘛。
哦，但是有人讲说那个是干嘛？你喜欢倒过来可以靠着，就是可以流水这样，所以没有那个对住啊。但是我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就是古代人，他们是很注重礼仪的，就是不想要那个喝的时候那个模样太难看，所以他就用这个来防止你就是喝的，就是已经没有注重形象的，所以就是这样，就是避免说他喝过头或太嗨这样。这其实是比较古典的解释，就是说它是比较节制喝酒，但是，我有尝试给别人用过爵，因为我家有爵，而且我尽量找一样的爵。我发现一件事情，要么不太敢弄，要么一次过头，然后整个扑上来，因为它这个其实这个肚子出来，它的那个角度跟我们杯子是不一样的，这个叫做流口，这个叫做尖或者是角。然后我先讲它的名字哈，这个叫做角，就是这个角，就是那个牛角那个角，这叫做角，这叫甲。甲乙丙丁的甲，就那个长得很奇怪的字，就是上面两个头，然后一个丙在跟那个斗，这叫爵，就是爵士乐的那个爵。所以我们讲说尊爵不凡是什么意思？尊就是一种酒器，然后爵就是这个。好，现在我们都已经搞不清楚，就尊爵好像不知道它原来是器皿，就是古代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像我们讲比较的较，是不是有个车字旁？为什么会是比较？那个较为什么车字旁？它是车马器，它是以前好像是那个马车里面的那个箱子旁边的扶手。所以还是哪边，就比较说你越高等级的那个轿就越高，那东西其实是个车马器，就像苏轼的轼是那个前面的，在往前看的时候那个啊，就是前面的那个扶手还是什么的，这好像是扶手。对啊，所以他的字叫子瞻嘛，就是扶着手要往前看嘛，叫子瞻嘛。那他弟就比较可怜嘛，苏澈，澈就是那个轮胎压过去的嘛。啊对，啊对，澈就是那个、啊、对和澈赋予的那个澈嘛。就那个轮胎压过去的痕迹，对，所以比较的较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它有个车字旁？像管辖的辖也是有个车字旁，为什么是辖？管辖的辖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火车，以前火车连接的地方有东西，这样插着一个栓子，那栓子打开之后，火车就分开来了，那个东西叫做辖。哦，是辖。对，所以我们其实现在用的很多的汉语，或者是汉字或汉就是我们的中文的这个词，跟这些都有关系。那这个当然是我们比较了解，就是爵。那其实以前讲说那个尊者举爵因为爵的容量比较小，角的容量比较大，所以以前古代越尊贵的人用越小的杯子。为什么？以后你们结婚就知道，为什么结婚？敬酒的时候你每桌都要敬，你用很大的杯子喝两杯你就倒在那里。所以你知道，其实他都是抿一下抿一下嘛。所以为什么古代的话，其实未来有机会就很多人结婚嘛，用小小的酒。为什么用那么小？因为我要敬十几桌啊，你们一个人就喝一次哎，我这样喝不是就醉了？好像配给他们这个叫甲，让我们一下喝就喝爆了。但其实也不用哦，其实古代的话祭祀的时候，他们有用酒，但是有另外一种特别东西叫选酒，就是对黑色的那个选酒。选酒就是如果今天你要开车，你也可以喝的，你还可以边开边喝。喝太多你只会想上厕所，为什么？选酒就是水。对，因为他们古人认为太古时代的时候不会酿酒。所以最古老的时候，你在吃生肉啊，吃肉的时候是配清水，所以祭祀的时候最高等级反而是清水，明水之上它是玄酒。那为什么叫玄呢？因为什么水色是玄？水不是透明的吗？你的水是玄，你还敢喝吗？是黑的，我骂嘛，是墨汁啊，杯子吧？不是，是他们认为水出于渊，就深渊，深渊看下去是黑的，从井里面挖起来是黑的，但哪才是透明嘛？他认为很深很深，所以水的本色是黑色的，所以。选酒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如果我说不对，可以来骂我的，你不要骂我，就跟我说一下。因为有时候我的记忆，有时候记很多东西可能会搞错。好，那这就是尊，我刚刚讲尊爵不凡，所以我们有个酒尊处，就是我们的那个唱酒是放在里面，要把它舀出来的。可是实际上我们没有把它舀出来，就放个小杯子把它放在上面，这样看起来好像酒这样子，就是选酒。那这叫四方扬尊哈，是商代晚期的一个东西，它有长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看我们协会最近那个俊荣贴了一个，说你知道那些什么器物啊，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跟协会讲，你就去买一个四方扬尊嘛，可是人民币2000块，我说太贵，就桶的大概这么大。
才五公斤，2000块哦，人民币好像5万块台币。那可以买一套那个四伏了那个控弦师吧？对啊，可是问题是，那个东西可以用个200-300年啊，那个汉服不行，对不对？好，那这个是那个，为什么旁边是黑的？好，这个是那个很有趣哦。到了宋代之后，他们觉得要节俭一点，所以不要弄青铜器，就开始烧很多瓷器。所以宋代就出现很多用瓷来代青铜的东西。到了明代，还甚至就规范，就是用瓷来做，不要用铜来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铜器才有用，或是他们发现是铜太多铜离子，那个铜绿喝酒就你倒给皇帝那个铜绿满满的，那个颜色不对，还是用瓷，那时候可能就知道，不然很快就死掉了。这个是，这也是尊。然后呢，这就是我们那个协会的时候，我们在祭祀的时候就是先进来的样子，就在旁边等的样子。好，那这也是我们那个祭祀的时候，现在几点？你怎么觉得好像讲有点快？现在才4点，我看一下。9点，已经9点多了。没事。不知不觉就讲，对我还是控制 OK 的。啊，就是我们从另外的角度看那个墓的那个地方，然后这边就是九尊处，可是因为当时还没弄很好，那个酒瓶就在这里，那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唱酒这样，然后旁边就是后面是陪祀。其实我们应该是要有什么？是要有正县官、雅县官、中县官、3县县官。我们还希望干嘛？我们还希望有分县官，把五妃一起请来。当时我不是讲说他五个妃子一起殉国吗？一起殉国这样。其实是要连五个妃子一起请来，然后在旁边设个位置，然后分县，一起配享，这样是更好。可是最早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当3个县官，这样因为找不到人，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选在12月的第一个周末这样子，因为我们是示范性祭祀，所以就没有特别选说是宁靖王的殉国日7月20号，还是他出生的那一天。那华山殿因为他们的祭祀，所以我们其实都会知会华山殿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他觉得我们在办家家酒，所以都没有什么抱怨或者什么东西。但是文化局过来看，所以我们后来人越来越多，都还有拉起那个就是那个警戒线这样子。所以这样子下来，我们的这个祭祀的时候，就是说，因为没有特别的那个就是跟华山殿或什么报备，所以我们就是用示范性的祭祀，所以很多东西是用替代的。但是我们该做的地方还是有。所以其实我们的想法就是，我想要在北部规划交祀。就是交流的交，然后祭祀的祀。交是什么？就是祭天。所以人家讲万历皇帝不交不庙不朝，那不交不庙很多人听不懂。不交不去交友吗？不去庙里面拜拜吗？不是哦，交是祭天。庙的话就是去见祖先，不是说直接去见祖先，是说拜祖先呐、啊。然后不朝就是不上朝，不交不庙不朝，交就是祭天。所以我们想要弄个祭天的仪式。那祭天很简单嘛，就是在冬至的时候，找一块平坦的地方扫地而祭。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我们要用的器物会不一样，因为在《礼记》上面记载，就是《交特生》里面这一篇记载，他讲说祭天的时候用的是桃跟那种护瓜，就是那种无瓦切开做出来的容器，因为他们是这样，因为像台大老师就有讲过，因为我听过他们的一个课，他讲说。祭祀的时候，你要用祭祀对象最熟悉的东西。所以你在祭祀一些很远古的神祇的时候，应该是用越古老的东西越好。他们甚至那个时候都要用生肉，而且带血的生肉，因为他们认为那时代还没有火。所以那个天的对象其实不光是自然的那个天，还有远古非常非常远古不能够不可考的远古的神灵，自己的祖先们，所以他才会用生肉。所以在《礼记》里面有讲，他说大交血就是交天的这个祭天的时候是要用带血的肉，然后大响星，然后大响星是什么？大响是祭祀祖先的时候，因为他认为祖先有元祖，星就是说有去掉血的肉，然后三线那个字好像念线，就是行三线里那种再低等一点的神的时候是要用烫过的肉，就只是烫过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那种传统台湾的乡下的拜拜是会先把肉烫一下，拜完之后再把它煮熟。熟透这样子，就是会烫一下，然后一线的话就是熟了。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如果按照周礼的要怎么去拜好兄弟？有的周礼里面没有拜好兄弟啊。我说拜好兄弟，因为好兄弟是最低等的鬼神。我讲低等不是说，就是我们人的那种，你是很低等的那种低等什么
人物，而不是讲说他在神灵的位阶里面是最近人的。那最近人的，你就用你想吃的去拜就好了，什么泡面啊、麦当劳什么都可以拜。可是如果你要祭祀的对象是你越崇敬的话，他就要离你越远。就是说你看到东西不是很想吃的，但是那是他熟悉的，因为他是越远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祭祀的时候，其实一样，就是虽然用三线。有三线，然后有牛羊猪，就是太老等级，这是以前祭天才有的。以前牛不能乱杀，所以如果今天在春秋时代开个牛排馆，我马上就发配边疆了。因为牛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它是你是农用的这种作物这样，不是农用的这个引擎嘛，对不对？你不能乱杀，一直到了清代都还是如此，就是你如果杀了牛，就是除非是生病或者是干嘛，你把它杀，如果你把它杀一次就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它其实是要分别，因为只有天子祭天或祭祀祖宗的时候才会用到太牢，太牢就是牛羊猪都有。那我们现在常讲的三牲，也是从这个观念来的。可我们现在的观念就是，当然就是变成什么鱼啊、鸭啊、鸡这样子，就变成三牲。可是以前就是牛羊猪，那天子才能够用牛羊猪。那如果是诸侯或者卿大夫，他就只能够用猪跟羊，然后可能还有鸭或者是其他的禽类这样子，或者是狗啊，大部分是狗。你们养狗就说啊吃狗肉，可是以前就是讲就是狗是拿来拜拜用的，所以会有这样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当时是这样。那再来就是说祭天的时候，就是这礼记上面讲很好玩，就是说越崇敬的对象的时候，我们用的东西就会越简朴，然后越低，甚至地上扫地就摆在地上就祭了，因为这跟古代，因为古代人就洗地在地上吃嘛。你看你的地，你看你的祖先都是在地上吃东西，然后去世了，你拜他就是用地上的方法来拜。那我们常常在一些这种影剧里面就会受到这影响，就觉得说，哇，皇帝祭天这个事情是何等的大事啊，一定是一个金碧辉煌、非常高大的坛。其实刚好相反，是用陶器，用那种壶啊，就是那种护瓜，就是那种葫芦啊，然后把它切开来装水这样，啊，而且还不用酒，就装清水，然后生的肉就这样摆，然后就这样祭。所以祭天其实不会太复杂，只要在冬至的那个凌晨的时候祭这样。然后我们还要反彩的，那个消防局就会过来，或者我们要找消防局在旁边拿一灭火器哦，这样我们才可以弄。我们在这里是不能烧东西的，不能烧纸钱，不能够不要画柱国，虽然旁边有个监炉，但是也不能用，因为我们知道烧了这下子就不能用了，因为他就会觉得说我们就是在还那个火，所以我们后来都拿到华山殿去烧。那这个是我们祭祀的时候的一个样子。到了蛮多东西的，因为我觉得这东西是蛮冷门的。你说也是在《礼记》里面吗？就是这种课程里面，它有一个就是在讲宗教。哦。宗教，可是宗教的话讲这个部分，所以他是在讲说古代宗教是怎么样传统。然后民间信仰，然后佛教、道教。你是上那个吗？谁的课？哦，这老师是新的。新来的老师是通识课吗？是，不是我系上的课程。哦，还以为是那个我们那个宗哲，宗教哲学。我没有修宗哲。哦，我们宗哲是必修的。哦，宗教哲学、哦。对，一定要修。对啊，那后来他们就讲说，那个拜的时候太累了，所以就拿这个跪拜垫。那这会有个问题，因为我们行的是。最大的礼，当然这其实有点疑的，我们是行起手再拜，因为古代的时候我们讲拜有分成最高等级叫做起手，就是稽首，就那个稽查的稽，那个是念起手，然后再来是顿首。我们在书信里面，古人的书信里面讲顿首，其实我现在去看那个台进农展的时候，他的朋友跟他也是顿首，所以我有时候写信给朋友也是顿首，他也不知道我在干嘛顿首，然后再来就是什么空手啊，然后那个是拜哦，拜后面才是一。所以我看到网络上来讲说，你拜天的时候是高一礼，这是不对的，拜天一定是跪，不会用一了。所以以前古代有长一不拜，就是我瞧不起你，可是你又是比我大，就是一的这样，我不拜，我不跪，哦，就是长一。所以顿首就有个问题，顿首头要碰到地，这个的话你跪在上面，头要碰到地的话，你是不是要非常的好？所以后来他们好像也没有这样做。可是我当时在做拜的时候，我是用起手再拜，就是顿很久，然后头再起来。然后再拜，而且古人有讲哦，交天祭地，
就是止于再拜，那个是那个谁，黄宗义讲在那是日之路，顾炎武了，顾炎武的日之路里面讲，日之路里面讲到就是说，交天祭地止于再拜，其礼至重尚不可加，就是当时皇帝跟群臣拜天最大的礼就是起手再拜，为什么后来有三拜跟九拜？因为佛教传播，所以他们认为拜越多就代表越诚心，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儒家这种概念，够了够了，两次就好了，一次代表是尊敬。另外一次代表说我对你致敬，就是最高的敬意，再多就是冗长的。古代有四拜，那是赔罪用的。当时我忘记是那个谁啊，也是苏秦还是张仪，我常搞混。就是说他一开始是家里看不起他嘛，然后后来他出去学，然后后来回来之后，他的不知道嫂嫂还是什么，就是拜他四次这样子，因为为了要赔罪，因为怕他回来，因为配六国相印嘛，那谁啊？没关系，苏秦张仪，反正就是这样，然后他们就配了六国相印，所以我们用的是再拜的礼，所以这边也可以解释给大家说，为什么古代的皇帝会这样，就像刚才我讲那个《礼记》里面讲到，就是说礼有以那个高为贵，也有以低为贵，高为贵的就是那些宫室，就是皇帝的那个起居的地方就非常大，可是也有以低为贵，就越低越好，越尊贵的就是祭祀那个祭天的时候。然后也有以文为贵的，就是很多的文士有贵，然后但是你在祭天的时候，那文士又拿掉，所以也有以素为贵，所以声音其实是以素为贵，就是以素雅为贵，就像我们现在的极简主义，其实很极简，你不觉得是极简的汉服吗？就会有这样的特色这样子。那我们祭祀的那个流程，我最后简单讲一下，我用叙述的就好。一开始就是进场，然后听着那个钟鼓的声音。然后进场好了，开始我们就先一毛血把那个血拿去埋了，然后避免那个腥臭啊或者蚊虫过来啊，那古人是这样想。然后再来就这样，就是迎神，就是我们要灌唱。可是其实我们先迎过一次，先去华山殿迎神，因为他的灵其实在那里，就是宁静王的灵在那里，我们迎过来。但是我们还做了一次儒家的迎神，就是用灌唱。因为我刚再补充，再重复一下，就是那些很香的唱酒，它会就是深达玄渊。然后能够去降把这个神灵请过来，然后再加上这个玉的气，然后再加上我们是谁？苏秦。苏秦配六国相印，苏秦。然后我们就会行以献礼，就出献礼，然后殿博出献，然后就开始用殿博，然后献酒，就是这样拜两次，然后旁边只是把它放上去。我刚刚讲，一边的那个爵是尖的，一边是。比较圆滑的，就是圆滑那个地方要对宁静王，是要请他喝的。你请人家喝酒，你那个把那如果酒杯有方向的话，你把酒杯对着他就是不尊敬嘛，就不给你喝的。对，或者你自己倒茶，把茶壶的嘴，把茶壶的嘴对着，把耳朵对着我，这样就不好意思嘛。怎么样？拿剪刀的时候把剪刀对着人家，这样不太好意思。所以其实古人重用的方向，面膜出现后面就我们讲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就要重复就是附送，就是说大明宁静王审位。然后开始要祝祷，就是说我们今天来这里祭祀干嘛？然后祭祀，然后讲完了，就会念祝文，就是要给他的，就是表达我们心意的。全体我们后面都会讲说，中华汉服文化创意发展协会，全体会员同济这样子。那后面就是说什么，就是什么扶危上将嘛，就是请你来这边来，这样才知道说我们要干嘛嘛，不然喝完然后就走，这样你不知道干嘛。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要感念你啊，要讲出一些赞美的话这样。然后后面就有中献礼献完了，然后我们后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饮服受坐。其实古人很好玩，古人现场拜拜完的东西就是大家要分掉，所以我们当时拜完那些肉干什么，其实一开始我们都没有去做处理，所以都有些蚂蚁干嘛就乱爬，所以后来我们用保鲜膜包起来干嘛，或者用布包起来，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吃，然后分食，吃完，但其实量不多，所以我们还是有订便当这样，所以有饮服受坐，然后最后我们会送神，就是先望意，就大家会。拿开一条路，然后让那个宁静王可以看过去，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柱火送到东边，就是西边那边要烧，可是我们现场不能烧，所以就是摆着，然后最后拿去华山殿烧掉，然后后面就是那个送神，然后后面就礼成，然后就这样结束，这就是我们宁静王的祭祀这样子。好，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我想我也是用闲聊的方式，希望这样可以让大家比较了解，就是整体我们。用的东西，然后仪式的流程，然后还有那个护板就是
护板是这样，就是护板是这样，就是五品以上用的是象牙，五品以下用的是槐木，就是一个木在一个那个叫做槐吧，还是就是那个在一个鬼这样。就当时明崇祯皇帝上吊那个也是槐木这样，槐树这样，那个槐，那它涂成白色的。那我想你们应该也都知道，那上面可以写一些东西吧，就是以前那种上奏的，所以我们是有户，然后有柱文，然后有这样的东西，有这些器物在，所以有这些有趣的小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们才会了解说穿汉服或高等汉服的用途在哪里。因为今天如果大家都只是去外面压马路，然后去拍照这样，好像就有点失去那个比较精神性的东西。那在日本的话，他们和服的不管是祭典啊，或者是一些庆典，或者这些成年礼，我觉得它跟礼结合之后，他们才会了解这件服饰的意义跟意涵。不然其实大家都是觉得就是穿着流行就好，穿着适合，就是搭配的漂亮就好，或者是就是功能性的就好。比如说骑脚踏车，一定是穿着那种紧身的那种脚踏车衣嘛。所以要么功能性，要么就是美感。可是其实古代还有一个东西叫礼仪性，所以我觉得汉服必须要把礼仪性的东西复原呈现出来，它才能长远的发展下去。不然我们现在干嘛都被商家操控，商家出什么很华丽的款，那些奇怪的刺绣啊、漂亮的东西，就大家都疯狂去买。可是这样子买，其实当你兴趣过去的时候，它就过去了，它就变成说你过去的一个兴趣而已，就是收集个东西的兴趣而已。它没有办法像日本跟韩国，甚至一些有传统服饰的国家，因为它跟文化有很好的结合。可是我们现在的断层非常的大，然后有些古礼也失去了，所以现在人家讲说拜拜简单就好，就过去手拜拜就好，那你这样你就不会有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人讲说你只要诚心就好，其实我觉得不对。当讲说你有诚心就好的程度必须要什么？你已经经历过这些礼了，洗礼，就像那个见山是山，你先开始见山是山，后来见山不是山，后来才能够见山是山，你才知道怎么去崇敬神灵。就是透过，其实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真的是希望你来参加一下，来当陪侍也好，来当我们的这个执事也好，去感受一下那个现场，就是你不能做错，就是很小心这样。所以其实古人讲很好玩的，他说，祭祀是为了祈福，可那个福不是世俗的福，在礼记上讲，这个福是什么？是完备的意思。你想想看，我们这么多人，你看光是走路可能都会走错，然后我们那个爵啊，放在盘子上，上次好几次啊就倒掉了，倒掉就洒出来，又要回去再弄，然后就很尴尬，或者是常常是这样，就是我们还发生过一次很好笑，就不是很夸张，不是很好笑。到了现场要去迎神的时候没有香，有香没有打火机，因为我们要从现场就点香还是干嘛，然后就没有打火机。然后有一次是祭祀的时候，灵鬼斗边，就发现斗要两个少带一个，对，要一对嘛，少带一个。所以其实常常就是我觉得古代的祭祀没有一次是可以非常完美的，尤其是那种大型的祭祀。所以当时孔子在《论语》里面有一篇叫有人或问，就是有人问他帝这个祭祀。就春天的一个祭祀祖先的叫帝祭，一个士字旁再一个皇帝的帝。孔子说我不知道，他就指着手掌。他说我不知道，他说如果知道的人，就像天下就运就是运筹在他的手上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把活动办得很好，代表他有领导能力嘛。如果你们参加一些那种什么康复社啊或什么的，那种很复杂的或者一些马拉松啊或者什么，你是企划人员，你要去协调政府啊，去协调要封路嘛。你要是那天才发现没有封路，跑者都来了，钱都缴了，你怎么办？厂商这个规划很好，所以其实祭祀就是这样。所以古代的祭祀其实是训练贵族把事情办好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不是说，如果今天只是一个活动没办好就算了嘛，或者是就退钱，或者是刚好就耍赖。可是你面对的是祖先，面对的是神灵，不能耍赖，你必须要崇敬的心把事情办好。所以祭祀有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涵。他讲说，这样你就会有福气。而这个福气并不是上天赐予你的，而是你自己求来的，因为你把事情都办好了。所以就是一种，就是像《诗经》里面有讲到一句话，就是讲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我们现在讲自求多福，都在骂人，你自求多福啊，考试自求多福，当然是自求多福啊，就是你自己要念书才能考得好嘛，除非现在像台大人家就到处作弊，我们就撇除那个作弊的时候，一定都是自求多福，你的福气是你自己求来的。所以我就用自求多福这件事情的本意。来完结今天这个宁静王祭祀的部分，那就谢谢三位，还有在场三万多位的这个，你好，三万多位听起来会笑，现在不是七月，那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讨论，或者是其他的都可以。